好，我们现在开会哈，是不是请大家回到座位上哈？好，那我们今天举行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公听会哈，就是第二场的公听会。那在上一场呢，已经在上个礼拜哈举行完毕，上个礼拜四举行完毕。那是由这个许兆伟哈署法呢召开一场的公听会。那会中呢，学者专家针对同性婚姻跟同性收养哦应否纳入法律规范呢？若要入法，则究竟要采取修正民法或是另立专法的方式呢？已经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哦。那各种不同多元的意见。那今天的公听会呢，那我们除了所拟具的这个提纲与前一场不同，那我们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去切入啊问题价值的核心，而且为了更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呢，所邀请的专家学者也都与上一场呢是完全不同。那立法者呢，在面临同性婚姻平权的这样的一个深水区的时候呢，那更需要抱持呢开放的一个态度，那采取呢最谨慎的一个思考，那仔细聆听各方的意见。那各位今天呢所提供的这些宝贵意见呢，都会成为未来这个本院呢在审议相关法案时的时候一项的重要的参考。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呢已经出席的专家学者啊，那以及在场的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机关的代表。那首先呢，我先介绍已经到场的专家学者哈。首先我介绍这个裘佩恩裘律师啊，他是硕恩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那第二位是尤怡文法律顾问，他是台湾全国妈妈护家盟护家护儿联盟哈。那第三位呢是李怡清教授，他是政大心理系的教授。那第四位呢是王文静讲师，他是台湾性教育师。介绍到了，请挥一下手哈，或站一下。徐志云医师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医师，谢谢。那第六位呢是王子豪牧师，他是山一长老教会的牧师。那第七位呢是蔡志东牧师，他是新竹国际基督教会的牧师，谢谢。那第八位呢是陈慈美发言人呢，他是东台湾守护幸福家庭联盟。OK。那第九位呢是徐山静顾问医师，他是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医师。那第十位呢是许慕彦牧师啊，许慕彦教授，他是政治大学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的教授。那第十一位呢是陈思豪牧师，他是古亭长老教会的牧师。那第十二位呢是董宝成教授，他是东吴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那第十三位呢是凯蒂 Foster， 他是国际儿童权利研究所机构工作哈。OK， 好，那其他的等一下会陆陆续到来，那他们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再继续介绍。那现在呢，我们介绍我们已经在场的委员，就是段宜康委员，还有吴秉睿委员。那刚刚许玉仁委员他现可能先离开一下，那还有林静怡委员。那现在呢，我们在介绍我们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首先我们介绍司法院的秘书长吕太郎吕秘书长。行政院性别平等处的参议邓华玉参议。那法务部呢政务次长陈明堂待会儿会到哈，那现在先由这个。现在现到场的是法律事务司的钟瑞兰钟司长哈。好，那内政部户政司的专门委员陈子和陈先，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的代理组长简信荣，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专门委员许慧清，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朱伯良，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专门委员王雅芬，财政部赋税署副组长倪立新。那现在呢，又到场的是陈科秘书长，是天主教主教团的秘书长。好，那现在呢，请宣读公听会的提案讨论提纲。讨论提纲一：目前同性伴侣在我国欠缺法律上保障，修订民法使其适用现行婚姻及家庭关系之规定，订定同性婚姻法或伴侣法，何者较能落实宪法上之平等权要求？各种方式所需之程序及立法成本有何差异？二：目前我国民法允许单身者收养、配偶共同收养以及继亲收养，若修改民法使其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将目前适用于配偶之收养相关规定对于儿童性别认同、性倾向、心理发展之影响为何？目前台湾已有至少百对同性伴侣及其子女有共同生活事实，若修法赋予同性伴侣法律上之地位，却不允许其适用异性配偶之收养相关规定，对于儿童最佳利益是否会有影响？三，台湾社会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讨论，已在诸多错误讯息传播下，陷入对于家庭价值改变的恐慌，而同志社群也在过程中受到各种歧视及偏见的伤害。修法通过后，各界如何面对撕裂，弥平伤害与恐惧？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再补充介绍哈，专家学者陈一倩陈教授，他是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教授。然后我们现在法务部的陈明堂陈次长到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呢，那有几点说明。首先呢，第一个，因为今天邀请的专家学者人数众多，所以为保有良好的发言的空间呢，本次公听会不开放旁听。那由于各位的发言呢，都会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而且呢，我们是现场的直播啊。那在此呢，也请各位与会发言的时候呢，避免涉及人身攻击，也尊重其他人的发言。如果遇有不理性的发言，本席可能会中断您的发言，那必要时的时候可能会请您离场。二，今天进行的程序呢，将请学者、专家及相关团体代表先发言，发言的顺序依签到先后次序，如需提前发言，请先告知主席台，我们会予以调整。三，本院委员按照登记先后发言，如果陆续到场的话，本席会穿插请委员发言。四，最后再请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那针对专家学者的这个意见呢，那加以回应。那我们呢，可能也会有第二轮的这个发言哈。那由于公听会主要呢在听取学者专家的意见，所以给每位学者专家的发言时间是8分钟，那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那本院委员发言时间则为5分钟，那并不再延长。那请各位呢尽量控制时间。那如果还有时间再进行第二轮发言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先请专家学者来发言。首先，我们就请今天出席的第一位呢，裘佩恩裘律师来发言。主席、各位前辈先进、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我来自台南，那我是职业15年经验的职业律师。是台南永福国小的家长会上，首先我要感谢亲民党立委周成秀霞委员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边发言。好，其实我先讲结论，那第一个结论是我反对仓促修改民法，第二个是我认为应该另立专法来保障同婚者的权利，第三个在这个立法期间可能会有一段期间，我们认为还是要保障那同婚者他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先用行政命令或者是用暂行法的方式，那用伴侣登记的一个制度来保障同性伴侣的实质权益，这是我的结论。好，那我们慢慢一点一点来提一下我的立论基础。那首先我们从法理上来看，同性婚姻是否受宪法基本人权的保护，那其实这个问题蛮大的。那
当律师读书读的没有学者多，我们还是保留给学者。但是我这边引一些看法。第一个，我引黄茂龙大法官之前在他的法学方法跟现代民法这本书第二十五页讲的，他说再动听的伦理价值要求皆必须经过承认沟通以获得共识之后，才能真正落实到实际的法律制度上面。所以我觉得这边有几个重点，承认沟通获得共识才能落实在法律上面。好，那第二点呢，这是最新的，也不是说最新，就是说11月26号苹果日报有一篇中山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王正嘉教授他的文章，那他有提到说目前同性缔结婚姻成立的家庭并没有符合国际人权法中的人权规定法理，他认为不是基本人权。那如果要创设要创设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人权的话，要获得社会共识，在此之前呢都属于个人权利应否保障的问题。那就先阶段而言，他的立场也认为应该另设制度，而不是直接更改婚姻的定义，否则呢可能如法务部所说的，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跟成本虚耗，应谨慎为之。那这关于法理部分，那我想其他专家学者还会补充。那我直接跳到从比较法来立论。从比较法来立论，其实在同性伴侣的权益保障目前大概分两个制度，一个是伴侣制，一个是婚姻制。伴侣制呢有直接立同性伴侣法或者是同异性伴侣法，那婚姻制的话有用判决来修正的，通常是判例法国家也有另立专法，那另外呢就直接修正民法或婚姻法。好，下一页我们看一下，其实这边可以发觉用同性伴侣制度的目前大概有九个国家，德国、瑞士等等九个国家。那同异性伴侣制度的澳洲、意大利大概有六个国家。那如果直接修改婚姻的那以判决修正大概四国，另立专法的有两国那直接修正民法或婚姻法的大概十七个国家。好，下一页。那所以我们说，目前全世界226国当中，立法保障同性伴侣的15国，保障婚姻权利的同性婚姻权利的23国，所以加起来总共38国，占全世界大概16.8%。那这个资料来源是法务部委员研究的这个报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那这边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了，也就是说另立专法的其实只有一另立专法的这个国家南非它是唯一一次立法到位的国家，另立专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当然它有它的国家的背景，它的历史的背景。那英国呢，它是先通过伴侣登记民事结合，2004年先通过，之后才改立专法，也就另立专法一步到位的只有南非。那另外呢，修正民法或婚姻法的全部没有一步到位的国家，17个国家他们修正民法或婚姻法之前，通通都有伴侣法或是一些登记制度，所以没有一步到位的国家。所以这边有一个结论，这边有个结论，我国如果直接修正民法承认同性婚姻的话，全世界第一，一步到位直接修正民法跟婚姻法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妥当虽然抢下了全世界第一，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个国家它的立法程序都会经过这个同性伴侣的一个过渡时期？那我觉得这是需要思考的。好，那我们再从法治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知道民法是一个根本大法，同性婚姻的这个修改进入民法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修法必须要严谨，不应该仓促。好，那再下一页。好，那从立法配套来看我们认为目前似乎还没有做好法规影响的正确评估，那是不是完整的整个配套制度也是蛮有问题的例如人工生殖法跟代理孕母制度到底会不会产生法律漏洞都还有问题我在当学生的时候20几年，那时候就在谈代理孕母了那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修法。那同性婚姻法如果先修了，代理孕母制度一定可能必须要调整，这个都好像都还没有考虑清楚那我们再从第五个下一页从社会民情来看那其实台湾社会文化跟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不太一致大家应该知道，例如废除死刑、通奸到目前还有刑责，跟世界是不太一致的，这是趋向保守的，没有跟上世界的立法趋势。所以我们的社会民情有条件来接受这个激进的直接修改民法制度吗？而且是一步到位，而且是世界第一，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值得大家思考
那我来之前有问过一些南部的长者啊、哦，我特别想尊重一下老人家的意见哈、哦。长者，我们不要说他老人家，他们大概的回答是怎样呢？第一个回答是软来，第二个是甘姆科林，第三个回答是高西金娜。下面我就不讲了，不太适合在国会殿堂哈、哦。那我想在民主社会里面，他们也是一票、哦、他们也是必须要受到尊重，他们的法律感情。所以在修法的时候，不管有多高的理想理念，还是应该尊重啊这个社会的这些啊每一个人，包含年长者，好、啊、他的一些意见。另外在上次11月17号，好、啊、从南部来的300位牧师，他们当时要挡这个草率立法，其实情绪非常的激动哦。他们当时啊甚至有人说出要 over our dead body， 那么严重的话都讲出来了哦。当然我想他不是说不能修，而是说不能这么仓促的修、哦、我帮他做一个缓和的解释。所以我觉得其实社会民情真的已经到达可以修法的地步了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考虑、哦、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哦、那这边呢我大概列了一下，好，大概列了一下、哦、我们用同性伴侣的权利保障程度跟对原来社会文化冲击的程度来考虑的话，其实、哦、冲击最高的应该是直接修改民法，好，比较低的是没有立法。好，下一页。好，但是我如果把它稍微量化的话，其实对权利保障而言，如果可以修同性伴侣法，其实大部分的权利已经保障到了。直接修改民法当然是完全保障，好，那我们认为大概保障。好，下一页。但是如果以冲击来比较的话，我们认为直接修改民法冲击非常的高，好，修同性伴侣法冲击比较小。好，再下一页。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它综合比较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好。权利保障最高，但是对社会冲击最小的，应该是先修同性伴侣法。好，下一页。好，对不起，下一页哈。那另外呢，部分人民到现在都还在疑虑哈，为什么要变更家庭制度会崩解？是不是会产生滑坡的理论？哈，为什么要重要法案修改却仓促立法？好，好，不好意思，先到这边。好，谢谢各位。中，还有2分钟吗？好，那我再讲一下好了哈。好，那下一页。对不起，下一页哈。那现在2分钟，我们就快一点哈。来，这里有个题目哈，爸妈的父母，我们称呼他是什么？来，祖父母吗？错哈。来，再来，那应该是二亲的直系血亲尊亲属，这样对吗？来，下一页。不对哦，性别歧视哦。来，改试题，应该要改成双亲的父母称他是二等亲直系血亲尊亲属。好，改成双亲，这样对吗？不对，还是错？再改。好，应该是双亲的双亲，我们称他直系二等亲直系血亲尊亲属。好，下一页。那但是我觉得试题如果改成同性婚姻中的双亲的双亲，我们称他二等亲直系血亲尊亲属，那就对了。来，再一页。那爸妈的父母，我们称他祖父母，这样也对。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另立同性伴侣法和婚姻法，两个命题都会正确。好，好，来再下一页。那另外有一个思考问题：如果同性婚姻法修正之后，行政机关所有的公务表格，父母夫妻栏要改吗？来，第一个方案是作废，全部重新印。好，第二个方案。保留沿用，另外针对同性婚姻者另外印一个修正版本。好，下一页。那所以如果修民法的话是采 A 方案，如果另立专法，其实我们可以采 B 方案。好，还有1分钟哈、哦，好，来下一页。那我做个总结。来，第一个，那我们认为应该尽速修法来达成实质的平等。好，立法期间用暂行条例来处理。来，第二页。立法方法上，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这两端哈、哦、来取其中，找出最佳的立法方式，一个直接修民法，一个是立专法。好，第三，那我反对用更改传统家庭称谓的立法方式。好，下来第四，那我们认为应该先暂缓修法，等待行政院的同性伴侣法的版本出来，跟游昭伟的版本再来讨论，或者有其他的版本一起来讨论。好，第五，那我反对用是非题的简化方式来撕裂人民，因为现在不断的丢出是否支持同性婚姻，或者是否支持同性平权，用是非题，对不起，不是，这个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论述题。第六，我反对污名化或情绪化的言语霸凌不同意见的人，例如我下去，搞不好就会被霸凌了。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是在立法院开公听会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的言辞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说您所讲的话，希望是植居在确实的资讯上面。本席所提的并没有去改称谓，好，那徐玉然的版本还有时代力量，他们也都支持，要支持我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直接于，就是说到底要修专法或是立特这个修民法这个部分，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好，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这个刚刚进场的哈这个。张盈坤张教授，他是政治大学幼儿教育研究所的教授，张盈坤张教授。
OK， 好。那另外还有一位，这个廖福特廖研究员，他是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的，哈，就是研究员。那现在再补充介绍，现在到场的委员啊，林维洲林委员，周晨秀霞委员，还有徐玉仁委员。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尤怡文法律顾问，是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各位好，我是尤怡文。那我想说的是，因为我现在自己带小孩嘛，那我们出去给小孩想要吃蛋糕的时候，比如说晚上他吃完饭，他想要吃蛋糕，那如果他中午已经吃过了，我会跟他说，中午已经吃过了，妈妈不是不让你吃，蛋糕也不是不好，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我们一下就跳到说，我就是要给孩子吃，我们现在只是讨论在吃什么口味，撒多少糖霜，可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说他中午他其实已经吃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只从法律面来探讨。所以我今天想要提的两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同性婚姻的争论也好，或是同性恋文化这些争论也好，其实重点是在两个，就是个人的道德伦理选择的界限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教育的问题，今天家长到底在不满什么？今天家长为什么要站出来？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时片刻，并不是现在有委员提出这个修正草案才发生。其实我们要回溯到整个同性恋 LGBT 的运动，它是1960年其实从法国的学生运动开始，到1969年纽约的那个十章骚动。那同性恋运动它是不只是在法治、在文化、在经济、在教育层面上面是不断的推动，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大。虽然是过去10年有委员，然后像美琴和郑丽君委员，其实非常努力的在法治上面要试图通过这个所谓前阵子是三胞胎法案嘛，现在是同性针对同性婚姻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要说，过去10年虽然他们没有突破，但过去10年的教育发生了什么事？过去10年在教育的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要看回溯到100年。我今天这里面有立法院的那时候当时的公报，立法院的公报第100卷所有的会议记录，当时管碧玲委员、许天才委员等等国民两党跳出来炮轰什么？当时的3本手册《认识同志》，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性别好好教，里面讲了口交膜，里面讲了堕胎是合理合法。那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跳出来反对的，那我们就要想问说，这些跟性解放是没有关系的吗？然后再来就是说，100年，那个公报我是放在那个注解13那边。然后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真爱运动，大家就觉得说这3本手册给教师的这个教学手册，有的就已经发放完毕，有的现在你在网络上都还是看得到完整版。那你这些东西。家长出来反对，真爱运动。那真爱运动后续发生什么事呢？人权团体非常的不满嘛，所以两公约国际专家来的时候，这些两公约国际专家是怎么来的？是人权团体推荐给我们政府，政府花钱请他们来 review 我们的人权状况。那每4年来一次，每次来的委员也不同，国籍不同。那他们有各个，比如说大部分是法律专业好了。那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国家风土民情懂吗？他对我们的民意 care 吗？还是只是说这些人权团体请他们来，人权团体但不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嘛？所以人权团体的。影子报告书里面就提到说，这些真爱联盟、真爱所谓真爱运动、家长团体反对、宗教团体的反对，都是打压、歧视、抹黑同志教育在校园里面的推行。那所以人权是倒退的，所以他们提出这样子的 complaint 告了一状。所以 that's why 为什么我们得到的今天国际专家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是说，继续推广同志教育啊，同志教育在台湾是不足的。然后也应该要修正民法，就是通过同性婚姻立法来保障这所谓的人权，不应该以多数的民意为依归。他说，专家表示对于要做民调这件事感到担心。我记得廖福特那个委员研究员今天也有引那个嘛。
对，所以这我们就回归到那三本书，在我今天的 P40、就是第54页表单里面的第七点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去看啊。然后还有青春水域影片，在之前也吵过了，监察院纠正，那但是林以嘉的秘书长他们也跳出来反驳说，没有，我们就是正常教导性教育嘛，我们太保家长团体太保守。然后同志咨询热线的办的讲座 SM 娱乐性用药，然后性玩具多人关系讲座，然后还有卡维波老师，就是何春蕊的先生，宁应斌教授，他笔名卡维波，他在也是那个他们跟同志咨询热线出的12P情欲相谈室之我的儿少情欲征文故事集，整个电子书也是在网络上都找得到。那这些社会运动家或者所谓的性解放的理论家，在后面的推波助澜，其实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就是全球中外的同运领袖，中外同运领袖的这些，我就是附件一嘛，中外同运领袖他们要推，他们后面的背后思想什么？他们不是只是要争取同性婚姻，今天是整个是要结构两性这个性别的概念，也是要结构家庭的家庭婚姻制度，因为他们主张的就是像今天教科书充斥教科书。我教科书是从65页到95页，大家可以慢慢欣赏。所有的，我们今天应该要请这些教科书的编纂的出版社全部齐聚一堂，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法律见解比我们还新颖，还要超前，而且一面倒全部支持同性恋者，或是说所谓 LGBT 所有的权益合法保障。今天你说教小孩，你不能提这个问题吗？可以啊，可以思辨嘛。可今天不是思辨，今天是塞一个标准答案，里面考题给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看。所以我们说不是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你要全面性的考量。所以呢，那我们来说，再回到这个教育的层面，除了我们现在教科书的问题，大家可以慢慢去看一面倒的，里面也有伴侣盟的东西都是在里面。然后还有六色彩虹旗到底是什么，真正意义到底多少人了解。我这边就有放那个 Wiki 嘛， Wiki 在2011年， Wiki 写说2011年台湾的同志大游行里面就是自己 redefine 那个六色旗的意义嘛。红色是什么？就代表性爱，废除恶法，性权就是人权， OK， 这就是他们的标语。然后在今年的同志大游行最后高潮，今天同志大游行其实不知道，有些家长就是会带小孩去支持，但是最后今年的压轴节目，不知道家长带小孩这些人有没有看到，树懒叫叫卡称，然后还有什么看见路边父唱的歌词，有路边父亲带小孩就幻想跟父亲和幼童肛交，与大雄宝殿的和尚性交给女顾客，幻想被立法院 警察轮奸，这些歌词大家都听到了吗？上网看都有。然后呢全球性的运动，我这边有好几个影片连接，因为影片不方便在这边播放，大家回去慢慢点选欣赏。那我是要直接跳到所谓的全面式性教育，这是一个也是全球化运动，当然就是延续了这一波思潮过来的。我可以脱你的衣服吗？当你碰触我这里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你可以再做一次吗？我可以把裤子脱掉吗？然后这边是直接就是性教的画面，好不好？这边文字图档和那个连接影片全部都是在网站上。还有这个 The Genderbread Person， 这个在我们教科书无独有偶 P86页也出现了好几次。这个性别姜饼人，性别姜饼人告诉你什么？多元性别，多元性别。讲到多元性别这个东西，我想要先跳到4至490，我们大法官不是说了吗？为什么女生不用服兵役嘛？服兵役只有男生要服，就是因为男女的生理结构不同，我们心理层面不同，我们的社会角色功能不同。不然今天要贯彻平等的话，大家全部都去服兵役就好了。今天如果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话，厕所都不要分男女了。我们今天国际奥林匹克赛事不要分男女组嘛？我自己有性别认性，我自己心里认同我是男生，我就报名男子组，是这样吗？还是整个根本就打破不应该有这些性别的那个分歧？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正视务实面。我们当然是很敬佩这些人权的理想家，他们要为他们的理想战斗或抗争，或打倒异性恋霸权，打倒父权，解构婚姻霸权，这些社会运动字眼充斥在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课纲，从9年课纲、12年课纲融入式，这是性平教育，就是我们的同志教育在施行细则里面都写，就是我们要推同志教育，这些社会运动的东西、性解放的东西，我们家长要说拜托，你们是你们言论自由，但是请不要进入校园，因为我们校园不是左派的温床，不是性解放的摇篮，好吗？
家长权的我们立基到底什么，两公约和那个法条全部在附件五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再讲到人权，什么是人权，等一下我想廖福特，就是廖福特研究员他们那边应该会有自己很多的见解，但是我想说儿童的人权在哪里，被收养的实行人工生殖的，还有同二代跨二代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收养的，他们人工生殖出来这些孩子，同二代跨二代的新生，他们的人权又在于哪里呢？他们是无从选择的被生出来，那收养，你说收养，他可以表达意见啊，没错。可是问题，收养其实你自己看，我们自己台湾收养的现况，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在七岁以下，七岁以下他懂，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吗？更何况如果是婴儿时期就被收养的话，时间到了吗？谢谢。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提纲，我们是在针对同志婚姻合法化到底要修民法还是修特别法，所以请大家不要离题。那刚刚所讲的几乎都是性教育还有性别平等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今天能够尽量的聚焦。好，那刚刚到场的还有简志杰秘书长，是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秘书长简志杰。好，那另外一位是杨佳敏小姐，她是同志家长，谢谢。那朱平创办人，是联谊人基金会的创办人朱平先生。 OK， 好，那下一位呢，我们就请李怡清教授，他是政大心理系的教授。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心理系李怡清。我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说明一下，同性伴侣至今没有吃到一片蛋糕。经过前两年的公听会呢，我想大家都已经发现了，今年谈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给同性伴侣保障的问题，而是讨论应该要用哪种法律的方式来给予保障。也就是说，多数的人都同意给予同性伴侣相当的保障，但是这不是因为反对方接受同性恋也应该享有法律的权利，而是发现民意越来越接受这样的看法，在无法完全阻挡的情况底下，只好像柯建铭委员所说的，支持专法，避免让大家都受伤。那么我们要去想的是，修改民法伤害了同性恋什么？对异性恋又有什么实质的权利伤害呢？如果没有实质伤害的话，为什么要因为部分人士主张异性婚姻的唯一正当性和对于同性性倾向的排斥来另立专法？听说目前法务部和有些立委打算推出类似同居权益的专法，这种假平等的隔离专法，就像美国和南非历史上的黑人隔离政策，我们在2016年还要重蹈覆辙吗？有人会说，透过修改民法来给予同性伴侣结婚权益，这件事对整个社会有这么重要吗？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营造平等友善社会的第一步。我想跟大家分享，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当一个社会贬低同性恋或允许差别的对待同性恋的时候，这些负面的对待会让一些同性恋也内化这种负面的看法，无法肯定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能维持长久的伴侣关系，甚至产生种种身心健康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彰显的是，不管你所爱对象的性别，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地位与价值。今天如果我们国家是透过另立专法的方式仅给予同性伴侣少数权益，这反而是一种法律上对隔离与排斥意见的背书。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会比只通过同居法的国家更为友善。我认为国家当然有义务要去为每个国民建立这样的友善环境，所以透过修改民法给予同性婚姻权利当然重要，因为这样才能真正的传达出，无论你所爱对象的性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与价值。可是有人说，民法的修正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我整理的这20年来在报纸新闻上正反方的意见，各位可以参见我的这个所附资料第3页。
台湾反对方的意见和英国通过同性婚姻之前的反对方意见非常的相似，也就是在我所附资料粗体字的部分。而英国已经在2013年通过同性婚姻了。反对方提出同性婚姻会增加艾滋病、降低出生率、损害子女权益，或者是认为一男一女才是最好的婚姻和家庭形态的说法，都与研究证据不符。研究证据显示，给予同性婚姻权不会增加艾滋病，不会降低出生率，而且更能保障儿童权利，尤其是同性伴侣家庭的子女。研究也发现，同性恋和异性恋在价值观上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同性恋和异性恋在本质上面是相像的。各位请看我的这个所附资料第八页。当然，我不是说同性伴侣、同性恋家庭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每对伴侣、每个家庭都有自己要面对的课题与困难，而不会因为你是同性伴侣就一定有问题，你是异性伴侣就一定没问题。此外，在我所附的资料第11页，研究也发现，同性恋家庭与异性恋家庭养育的子女表现是一样好的，子女性别特质与性倾向也没有什么差异，给予同性伴侣领养权才是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我以几个例子来说明。 Zach Wass 有两个妈妈，她的生母有多发性硬化症，如果她的生母过世，她与另外一个妈妈在法律上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其实让她感到非常的忧心，所以她写的那个书里面就提到她当时候在小的时候面对到这样状况的忧心。台湾104年的统计资料也显示，我们还有将近400个孩子在等待收养，还有1000多个孩子被领养的家庭送回，而且被领养的孩子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国内没有合适收养者而送到国外收养的。我们要因为社会上某些人的观念无法与时俱进而牺牲孩子的权益吗？还有一些孩子是有特殊生理与或者是心理上的状况的，一般收养家庭不愿意收养，如果有同性伴侣的家庭愿意领养，他们不能领养吗？让同性伴侣家庭领养才是符合孩子权益的。另外，参见我的这个资料13页，也有一些反对意见反映的是，他们没办法因应现代社会改变的速度，自己原有的观念难以接受这样的改变，像是没办法告诉孩子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一样好，或是没办法面对孩子所爱的对象是同性，所以只好透过反对这个民法修法，相信这些事不会发生，所以就不用调整自己的观念。我觉得这些家长的恐惧是非常需要社会协助的，但是并不是反对同性婚姻的好理由。这些家长的恐惧反而是我们要更深入的思考，无论社会怎样改变，有一些伴侣关系与家庭的重要价值内涵是不会变的，像是相互的扶持、共度难关、彼此心灵的交流。我们应该透过家庭与学校教育，让孩子探索与学习重要关系与家庭的重要的内涵，而不是剥夺同性伴侣结婚的权益，用非常表面的家庭结构来代替重要的关系与家庭内涵。有些人认为何必急呢？一步一步来，减少社会对立不是很好吗？这里有两个盲点。第一，如果同性伴侣进入婚姻之后，没有伤害异性伴侣实质的权利，社会却因为要照顾某些异性恋的感觉，来剥夺同性伴侣的实质权利，这不是迫害吗？第二个盲点，今天我们在讨论民法或专法的修正，有些反方即使发现他们的疑虑与许多的研究证据相反，他们也会曲解研究的发现，或引用学界认为很有问题的研究结果，例如 Generous，或者是今天在这个资料上面也有附加拿大学者 Allen， 他其实只选择特定年龄的高中毕业这个学生的比例啊、来这个支持他们的论点。这是透过专法也无法化解的，社会仍然对立，牺牲的还是同性恋的权益。这会让许多年轻的孩子以为自己就是不好的、愧对家人的、不值得被别人爱的，只能卑微的活着，甚至因为社会与家庭的压迫而被杀害，或者是选择自杀。这会让许多已经有子女的同性伴侣继续担忧、彷徨。面对无止无尽的法律诉讼，这会让许多年老的同性伴侣无法透过婚姻获得保障，得不到社会和家族的接纳，郁郁而终，幸存的伴侣也只能独自垂泪，求助无门。难道他们不都是台湾的孩子吗？
请看我最后一页。我以为华人文化很美的地方是愿意相信人性本善，具有深厚的同理心。只要我们以人心待人，就不会选择把自己的不安与焦虑建立在剥夺他人的权利之上的。我也相信宗教信仰是为了寻求平安、精神寄托、修身养性，而不是要迫害特定族群的。妇女、去族、残族，或者是我们国家走向民主国家，都没有循序渐进。婚姻平权对我而言也是这样的革命，因为我相信只有修改民法，让每对愿意经营长期关系的伴侣都有婚姻权，才符合社会正义，也才能够抚平在这些争论当中被撕裂的伤口。请支持修改民法，完成婚姻平权。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到场的委员哈，陈曼丽陈委员。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王文静讲师哈，台湾性教育师。各位早安，这麦克风有点歧视。我蹲低一点。好，要论述赞不赞成同婚啊，我想先从以下几点铺陈，最后再做结论。第一点，我要先分享自己。那我想先分享一点自己的故事。我国中、高中都念女校，班上有蛮多所谓现在大家说的同性恋，大部分打扮很中性，不喜欢当女生，喜欢女生。那当中很多擅长运动的女同学。那我自己在国小国中时期爱看漫画小说，当中有些故事对于性别和性的描述是双性或是同性恋的故事，那时候我自己也会打扮得很帅气，也会打扮得很女性化，因为从这些刊物当中他们都是这样的，可以男也可以女，似乎对性别没有什么设限，而且感觉是可以透过装扮来呈现想要的性别。国中的时候，我曾经喜欢班上帅帅的女生。那高中的时候，则是有女同学对我很好，有点爱慕。那时候我的志向是当女强人，因为看看周遭的环境，女性似乎都矮男性一截，太太都要听先生的话，还有男人几乎都有外遇。有人说，男人如果没有外遇，就是他的螺丝坏掉了。那因为有上面所说的对性别的种种概念，所以后来我对性别和性教育很有兴趣，从了解自己开始，到因缘际会从事性别辅导工作十几年，现在我担任性教育师，从事性教育方面的工作。好，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看见统同，就是同性恋。好，从事性别辅导工作十多年，接触几百位的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等，好，他们都是成人，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都有，年龄最大的是六十岁。那从辅导过程中，我看见许多不同类型的性别故事。好，一般来说有四类，第一类从很小的时候就只喜欢同性；第二类，成年之后从媒体文化中学习到的；好，第三类，感情遇到挫折会被同性恋追，好，进入同性恋的。好，第四类有色情成瘾，好，从事多元的性。好，那从很小的时候就只喜欢同性的，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伤害造成的情感障碍，一种是观念认知造成的取向。比如说，我很惊讶来接受辅导的同性恋者，好，他不管男女比例很高，在小时候曾经遭受过性方面的伤害，猥亵、性侵等等。那女性她会排斥男性，男生多半是被成年的男人性侵，所以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在2015年10月6号的这个台北有一个新闻报道，男童遭父亲猥亵想变性，这个男童经社工安置后，不时因心理创伤出现撞墙、呕吐等情形，更向社工哭诉，如果变性是不是就不会被爸爸乱摸。好，那这个14岁的男孩子，他爸爸犯了895次强制猥亵跟一次强制他性交罪，被判了16年8个月。好，这是实际的案例。
而另外常见的伤害是被贴标签，很多男生他被别人说娘娘腔之后就认同内化自己，就他人的说法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女生则被嘲笑男人婆、胖子、丑妹等，觉得自己不是漂亮女生，没有男生会喜欢她，所以往男性方向去认同模仿，因为他们也需要感情，也需要有人爱。还有其他种种因素造成，我就不细讲。那第二种不是伤害，它是观念认知造成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成长，他会经过蜜友期，对同性很爱慕的一个时期。那台湾的政府他没有教人民感情教育和性教育，很多人在蜜友期以为那种嫉妒吃醋的感觉就是同性恋。好，那另外有些比较擅长运动的女生，她从小玩伴都是男生，有些斯文气质的男生，他们从小玩伴都是女生，他们反而对异性比较不好奇，对同性好奇，因为感觉比较陌生，但是他们解读自己这个样子就是同性恋。好，第三点我要讲到理论和学理。好，从事教育工作，我们知道有四种理论好方式形成一个人的性别内涵，分别是生物性，好，在天性，好，天性天生的，另外就是早期双亲给的观念，再过来观察模仿，最后自己的认知筛选。所有遗传生物学的领域里都认定性别的内涵是先天和后天一起造成的，不是单一先天或后天就可以造成。好，第四点，我的结论分为四点。第一点，目前的科学医学没有证明同性恋是天生，反而很多的研究他发现同性恋是可以蜕变。我认为真正爱同性恋、为他们着想的话，应该在学术基础上好好投入资源、人力研究，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的方式给社会大众洗脑。毕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很多人也不愿意自己是同性恋。第二点，从实务经验来看，很多同性恋者想要家庭，他们很想改变，帮助他们找到根源之后，很多人现在都成家成婚，有家庭孩子了，也有很多人想单身。蜕变它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就如同我现在很喜欢自己的性别，跟小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给想改变的人机会，而不是用同性的势力去打压他们，说他们是假的，霸凌污蔑这些少数中的少数。我相信大多数的同性恋朋友不是这样，同志运动不能代表所有同性恋者。好，第三点，但是基于即使知道同性恋倾向它是先天和后天一起形成的，很可能还是有人不愿意改变，想认同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那科学医学研究它还不是那么快可以明确有个定论，我认为折中的方式是以专法另立，仍然给予想忠贞的同性恋者保护保障。第四点，我绝对反对同婚，理由就是上面说的，什么才是真正爱同性恋？你要先给学术上的真相，而不是媒体或同运的意识形态说了算。婚姻的本质是男跟女，你知道改变一个房子的整体结构跟增建一部分的工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不要进入那个增建的空间，你个人可以选择。如果改变了结构，每个人进到这个屋子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都被影响到。这两者的分别不是因为歧视，而是尊重彼此的不同。谢谢各位耐心的聆听。最后我要开个玩笑。这个是蓝色的，这是绿色的。我要说，不管蓝绿，让我们一起爱同性恋。谢谢各位。好，现在我们再补充介绍哈，刚到场的吕玉霞研究员，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哈吕研究员。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林德福林委员。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徐志云医师，他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医师。好，主席，各位与会的来宾，还有现场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志云，我是一位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那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是一个蛮特别的科别，在医学当中，我们不只处理生理、心理方面的疾病，我们其实也常常陪伴我们的个案，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个案的家庭，一起来面对这个社会当中许许多多的不公不义，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压力。而同志族群就是在我门诊当中经常看到的一群隐性的受害者。我看到许多同志的儿童与青少年出现在我的门诊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得要花非常非常大的心力
不断的探测了解到底这个环境是不是安全的，他们才愿意跟临床工作者出柜，讲出自己喜欢的性别。对于异性恋者来说，非常容易的能够讲出我喜欢的性别是谁，这件事情好像再自然不过，大家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件特权。可是对于同性恋，对于双性恋而言，要讲出自己喜欢的对象，竟然变成一件这么辛苦的事情。而这也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许多艰辛的事情，包括可能因为性别气质不符合社会的期待，因此从小可能被霸凌。我遇到许多个案，他们可能书本被丢掉，椅子被丢到教室的楼下，甚至当他们被发现说他喜欢某一个同性的时候，书本会被写满了许多咒骂他的话，甚至连黑板上都写满了咒骂他的话，因此在学校当中难以生存，被迫要隐藏自己所喜欢的性别，隐藏自己喜欢的人。当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么多爱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有很多人连爱都无法说出口，而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社会当中大家学会很多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尊重的说法，我相信从刚才到接下来，我们都会听到许许多多的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不断地讲出我很尊重同性恋，我们要帮同性恋，我们要爱他这一类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当中相怨与政治正确太多了，背后所包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断地看到许多在贬低同志的话，什么如果他们愿意改变，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能够改变不是更好吗？这一类的暗示的话，这些所造成的许多儿童与青少年内心更大的压力，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对他们是不公义的，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对他们是压迫的，所以只能越来越隐藏自己的感情。而这会对家长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家长知道小孩子如果讲出他喜欢的是同性，他可能会遭到更大的社会上的欺负，所以家长只好不断地想要修改自己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来自于社会方面的一些压力。而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曾经遇到一个60多岁的妈妈来到我诊间当中，一开始是因为忧郁症，可是当我们谈到第7次的时候，她才终于肯跟我讲为什么她会忧郁症。她的孩子从3年前自杀，她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同志，可是自杀之后她才慢慢的去了解说，原来当初她受到这么多社会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儿子喜欢的是同性，所以她所面对的状况是不断的跟儿子拉扯，否定她的性向，带她去相亲，到后来儿子完全没办法受到家庭的接受，因此而自杀。他花了3年的时间，慢慢的去问专家、问朋友、问社群，去了解他儿子到底怎么了。后来他终于知道说，儿子其实完全正常，但是会害儿子自杀的是这个社会的压力，是许多讲着爱、讲着尊重的人不断的暗示他们，你儿子是次等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的提纲是，到底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同性婚姻在民法当中是否合法，还是要另立专法？而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报纸投书，其实非常明确的讲出来，另立专法就是一个次等人的法律。尽管要再怎么样美妙的语言去包装，我们都知道另外立一个专法就是次等人。我们社会上另任何的专法，都是为了特别保障某些人，提供更好的一些优惠或福利。但是同性伴侣这一个专法，只是要将它隔离开来，这只是在教导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小孩。你的孩子如果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那就是次等人，这样只是造成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受到更大的危害，心里更大的痛苦。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专业的学会都已经证实了，同志绝对不是次等人，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健康。这些学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世界医师会，包括世界精神医学会、美国精神医学会、美国小儿科医学会、美国心理学会、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台湾諮商心理学会工会联合会，以及包括台湾精神医学会，全部都提出了非常严格严谨的立场声明，证实同性恋、双性恋就是人类的多元性倾向当中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一种。尽管是少数，但是同性恋跟双性恋的本质上并不是任何的危害，也对于心理健康没有任何的危害，造成今天大家看到资料上许多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提出各种荒谬的说法，说什么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如果一个族群不断地被社会这样子贬低，用明示暗示的方式贬低，怎么可能不会有心理上的压力呢？而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是叫一个人违背自己心里头所爱，违背一个人心里头对于某一个人的一些吸引，
跟爱慕，而要他改变成另外一种性倾向。如果是异性恋者，我们要一直要叫他改变性倾向，他内心有可能会快乐吗？所以许多专业的协会都证实了这件事情，证实了同性恋绝对不是次等人，而是正常人。而许多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尽管包装的言辞再美丽，其实背后的价值观都是同性恋是次等人，其实不过是要讲这件事情而已。如果在这个核心概念上没有去改变的话，其实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个共识。而专业的协会都告诉我们，同性恋绝对不是次等人。等一下大家一定还会听到许多反方提出来非常一些零星的例子，好，告诉大家说同性恋是后天教育教出来的，这只不过是在让那些同事的家长们内心有更大的自责跟内疚，对于社会的公益跟爱毫无帮助。而我今天会提出来的例子，全部都是全世界最经过认可的专业学会，以及全世界最顶尖的医学期刊所告诉我们的例子。包括说，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讲说，所谓同性恋是来自于西方的产物，但是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同性恋绝对不是西方的产物，对同性恋的恐慌跟歧视才是来自于西方的产物。我们所看到的提出来的一些例子，包括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有一些精神病理学家把同性恋病理化，而一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列入精神病理当中，直到1973年的时候才终于将同性恋从精神病理当中解除开来，而中间的历史不过几十年。从1973年以来，我们已经非常确定的知道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病态，而其实在过往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性恋的记载。所以在过去几千年当中，不管东西的文化，其实都认为同性恋是一个确实存在而不是病理化的依据。其实这背后许多来自于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因此反倒歧视同性恋跟对同性恋的恐慌才是西方殖民下的产物，这是需要厘清的一点。那关于同性恋的家庭适不适合领养小孩或生育孩子，其实刚才李怡清教授已经讲过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证据，都告诉我们说在能力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对于孩子的福祉、适应方式以及快乐，同志的家庭跟家长一样能够达到一样好的亲职能力。而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看卫福部的资料，去年一年我们就有301个孩子被出养，而这些都是在异性恋的家庭当中被遗弃、被儿虐或是不适合的小孩子。而另外还有385位小孩子找不到出养的家庭，而在那301个出养当中，其中有158位是跨国出养，也就是在台湾当中找不到家庭可以领养他。那在这些被异性恋遗弃的小孩当中，为什么不让那些费尽千辛万苦希望能够生育小孩、养育小孩的愿意负责任的同志家庭来照顾他们？为什么要让他们找不到家庭能够领养收养？为什么要让他们必须跨国出养？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最后我想要谈一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最能够同理同性恋的处境，以及 同理为什么同性恋不要专法，而必须要是在民法上得到婚姻权的保障。大家都很了解，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他不断地在国际社会上打压我们，不希望台湾得到任何的名分，希望台湾永远是一个非正式的国家出现在国际场合。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国际活动或是比赛当中，都必须以中华台北出现在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的场合当中，而没办法打进到国际的任何认可的场合当中。这个就是同性恋专法，这个就是不要让我们在民法上得到任何的认可。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讲说好像同运分子很激烈，一直要取得修改民法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都能够同理，同性专法绝对不是对于同性恋者的保障，尽管外面再用一些再漂亮的言辞来描述都不是保障，背后就是希望台湾消失在国际当中的市场，是一样的原理，都是希望同性恋能够消失在任何被社会认可的族群当中。这其实背后的核心价值观非常的明确。如果今天台湾可以在民法当中修改对于同性婚姻的歧视，成为亚洲第一，全世界都会相信台湾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绝对不可能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而这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事情，不要让同性恋再成为台湾的次等公民，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而我们不会成为次等人。我也要对于场外在青岛东路上上万名的今天来声援的，不管是同志或异性恋朋友说，虽然这条路非常非常的艰难，台湾要成为一个公益的岛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们一点一滴的会继续努力下去。谢谢大家。好，谢谢。那下一位我们请王子豪，王子豪牧师，三一长老教会。各位立委啊，先进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部的一位牧师啊，今天来到这边啊，其实不是我所预料的啊。当我知道的啊，接到消息之后，我在想我要来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啊。我会先讲三个前言，之后再说说我对修法的看法。第一，我觉得不管这个法最后如何，我觉得社会是需要学习对同志族群更加的友善，这是需要学习的。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也不知道同性恋这个名词，一直到高中大学的时候渐渐的知道啊，一直到了啊，我一直读书到毕业以后，开始担任传道跟牧师的时候啊，实际上遇到了一些同志的学生啊，说真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啊，但是我也开始学习啊，以及接纳啊，但就很像很多家长知道孩子是同志一样，其实一时都是无法理解跟接受的啊，但是我想只要啊打开心胸，多多了解，其实啊可以多一点了解他们的想法跟处境啊。上礼拜也跟啊我长期去部落办活动认识的一位青年啊，知道他是同志啊，其实以前没有打开过这个话题，但在这一次我也啊打开心胸来跟他聊，聊完之后互相的信任感觉是好的啊，虽然啊可能啊彼此的想法其实不太一样啊，但是愿意讲开是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深深期待不管这法最后如何啊，大家要彼此的善待啊。第二个，我认为啊，宗教可以秉持着信仰对家庭婚姻的关怀、啊、来关心这个法律的修订，就像很多宗教也是秉持着人性的尊严，对于死刑上来反对死刑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不管你是来自宗教、哲学、儒学、理性啊思维，或是后现代的一些思维，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信念啊的来源，所以我不觉得应该要把宗教排除在外，只是我认为宗教包括基督教确实需要用公共的语言来论述，毕竟在不同的宗教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信仰来价值来立法啊，但是我觉得总是可以在对话过程当中慢慢找出对婚姻啊家庭关怀的理念。第三，我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公民社会应该多一点理性沟通，因为理性沟通就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要素以及它成长的要素，像我们公听会也蛮不错的，没有谩骂和攻击，而且我相信很少有这么多人在网络上啊观听我们的公听会啊，另外还有很多名单在两三天前就到处传，我的学生都跟我讲你要上公听会了，其实我是非常害怕的吼。那所以我觉得多听啊多对话真的是蛮有用的啊，不然的话我一直觉得这个法案啊的对立很像统独对立一样，其实没有办法去有效沟通和理解，最后也是两块硬板啊，所以期待在这议题上啊关心的人可以更理性的来沟通，也不要一直贴对方标签啊，例如对反修民法的人就是反人权或歧视，那我认为全球还有那么多国家都没有通过类似的法律，包括德国啊、瑞士、奥地利，他们也还没有到同性婚这个层级，是不是我们都该把它贴上歧视跟反的啊，没有人权，我是觉得不要再一直贴对方标签或是妖魔化，两方都一样，我觉得这样大家一起努力会让这个议题有更好的对话啊。回应上一个前言，接下来我要回到啊对修法的看法，回到法的概念，上礼拜四的公听会有很多学者提出很多很好的想法和概念啊，包括宪法、民法、家事法，让我们学习很多。所以说公听会我觉得真的是其实还蛮不错的，但就法的部分我一直看见双方看法也不一样，从宪法来看有人认为是违宪，有人认为是不通过才违宪，那一个从平等权，一个从宪法在保障婚姻家庭的概念，其实我也是觉得如果歧义那么大，是不是就同性婚姻这个事情来释宪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也有人反对在宪法552条跟554条这两个释宪案本身也不是针对同性婚姻在做释宪，所以啊，在反对方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人又提出反对，那是不是重新的释宪会有一个好的啊解决的方法？因为其实很多人民是不了解法的啊。再就我的认为，这个法不管走到最后如何，其实还是也只能按法来处理，毕竟每一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和信念，也有自己的坚持与原则，但法所要处理的是众人的事情，
如何透过法律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以及保障该保障的人。许多学者还有我们法务部长邱泰山也说过，支持每一个人追求幸福权益，但他也坦言，若直接修改民法，还得考虑之后衍生的法律配套的问题。在今年邱部长也说过，法务部过去有提出政策方向建议报告，近期也将委托清华大学进行立法研究和评估社会冲击。他本身支持多元平等，但修民法亲属篇较为复杂，他支持同性伴侣法加速来处理。那我不知道邱部长提出这样的话的本身最主要，但是我认为他作为一个这个政务官，我相信他对一个法律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最后可能带来的影响是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也深深的建议，希望华部赶快提出的版本就算不无法在这一会期提出，是不是可以提出更多相关于同性婚姻相关法案在执行之后的评估？毕竟很多法案的实行都需要在事前有详细的评估，评估其法案通过之后带来的影响，但现在我们很少看到。那如果法务部可以提出，或许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公正性否则现在反对方不赞成方提出的一些事后影响，其实赞成方也不相信同样的赞成方说都没有影响，其实反对方也不相信所以我想这个真的需要比较多的沟通，还有更严谨的评估资料或数据所以在这层面很希望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不能把这个影响台湾极大的议题和立法都丢给两方的人去处理，然后造成对立。我觉得政府应该站出来，透过法务部有一个正面的版本以及相关法案实行后的评估。接着我也要再提两件事，就是有之前有开始有这个反对声音，然后提出全民公投的时候，那之后又有反对这个样的声音，说为什么人权需要公投但我们知道去年5月22号爱尔兰全民公投决定同性婚姻合法其实这个国家高达62%的人赞成，很多新闻写到此举振奋全球同志权运动，获得各国肯定。我在想只是说，为什么爱尔兰他们用公投就是大受肯定，那为什么台湾在提出公投就是人权不能公投？我只在提出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说法里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在当时去年的媒体里面，我们也没有看见台湾一些支持这个婚姻平权的人士抨击爱尔兰说你们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二我要讲就是，在提出专法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些说法是歧视说这专法是歧视。那我当然相信在每一个国家有专法的国家，包括德国，包括瑞士、奥地利或希腊，当然南非他们是很早有第五个国家成立有同性婚姻，可是他们有三部婚姻法，其中一部有这个同性婚姻我认为这是一个进程这是一个慢慢的往前走的路，那是不是直接就是一个歧视？我觉得这可以再讨论。那至于说像德国他们慢慢的在修正，包括本来不能有领养，后来也有领养，那这是一个修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需要重新再思考另外如果要说专法就是歧视，那其实2006年萧美琴立委提出同性婚姻法，那是不是我们也要直接说它是歧视呢？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可以再来思考。最后一点我要谈的就是人民的疑虑来谈修法我不知道在同志游行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理念差距，就是有人赞成绝对的多元，那这些赞成多元就希望游行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装扮和诉求，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游行里面，同志游行里面有一些过于裸露的装扮，还有就是在诉求上，这两年的队伍里面例如去年的废除刑法227或是前年的药物性爱的提倡，当然我问过这都是个别团体那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参与游行策划的人认为说，我们这游行只要单单的来提倡我们同志权益的诉求就好。当然我只认为这是同志游行主办单位的权利，我无权过问，只是在这样的过于多样的游行当中，难免会让民众觉得，特别我们南部的民众会觉得，为什么同志的游行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诉求跟装扮。当然我再说一次，这是举办方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台湾现行法律都是合法的，但在民众看起来这是无法切割的，所以接着人民就会在这样的看法里面，也会把这游行还有一些
包括性教育的部分连结在一起，让家长感觉到不安。就像李永寿律师在上礼拜公视节目提出那充满性解放意识的教材，那这边有兴趣的我建议可以自己上网再查。所以在这边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会一直在影响。那关于领养，我也是认为在台湾还没有这样实质的领养的例子，那我们是不是有透过更多的研究，跟毕竟我们知道领养是以孩子的利益为优先，而不是以养父母的需要为优先。当然我是觉得这是需要评估。那最后谈到说公听会，我觉得这法案影响台湾甚巨，是不是可以在南部也多一些公听会或说明会，让更多南部的人可以来理解，透过好的沟通可以让彼此更加了解。谢谢。好，谢谢。那下一位我们请蔡志东牧师，他是新竹国际基督教会。主席以及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呢可以被邀请到公听会来。对于同性族群的关怀，因为我过去呢是在中央研究院呢完成了我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所以我比较关心从生物学要如何来理解同性呢倾向的族群。所以今天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生物学的观察，也表达了对于修法的看法。11月17日呢，几位立委以跨种族的婚姻以及同志是天生的理由，质询法务部，希望尽快呢通过民法972条的修订。我们生来呢是什么样的族群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我们生下来身上带有什么样的基因呢也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天生的在生物学上面所代表的是一种没有办法呢去改变的状态，因此如果受到了歧视或受到了压迫，那就必须要立法来保障身为人的权利。但是这种种族的，就像刚刚早上呢有立委所提到的，身为原住民或者是黑人白人，这种种族的是不可逆的天生的人类的特征，是否可以类推适用在同志族群，并且进一步要求纳入人权的保障呢？我想修法呢应该要基于一些科学的事实，所以呢在从生物学研究对于人类大脑，可以下一张，对大脑结构的分析，同性性倾向同卵双胞胎的统计，表观基因遗传的统计，直接的针对于同性有没有同性恋基因这件事情去寻找，以及生物演化的观点来看，截至目前为止都确定同性性倾向不是基因造成的，不是天生的，不是不可逆的。下一张，从呢1991年在生物学家对于性的这个探索呢，同性恋探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而在只有1991年的时候呢，塞门李维在科学期刊上面登载的他呢解剖了40几对的这个同性恋者的这个大脑，他发现了同性男同志跟这一个男的异性恋者呢在下视丘前叶第三神经元丛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差异，因此呢他推论，因为呢这个地方男同志的大脑结构呢是与女孩子的大脑结构呢是相似的，然后与男的异性恋者的大脑结构呢是相异的，而且呢大小的尺寸呢是相差了2倍。因此呢他推论说，为什么男同志会喜欢男人呢，是因为他跟女孩呢有同样的大脑结构。这样子的一个推论呢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吸引，也很大的这个回响，也很大的影响。可是呢从我们这个观察这个主要的论文来看，原始的论文的统计数据呢在这个电视上面大家可以看，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他必须忽略我在这上面呢所圈出来的这一些同志跟以及男异性恋者的这一个例外的例子。所以因此当这个媒体去采访他的时候，本身他个人呢在这个论文当中呢就提醒了所有的读者，我们下一章，而男同志与男异性恋者脑结构大小差异是性倾向的诱因还是结果，在论文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行为会影响大脑的结构，但是呢，从这个差异来看，到底是我有这个结构使我产生了这样的行为，还是因为我一直不断进行这样的行为使我有这样的结构呢？是在科学上面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去做决定的。因此呢，他还觉得说，是不是有第三因素的介入呢？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当媒体再次的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大众是，我没有证明同性恋是基因的，或者找到变成同性恋的原因。对于大脑结构的研究呢，从那时开始一直不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在进展。所以下一章，2008年的时候，更加的进步了，是使用的是核磁共振，也同样发现了有一些的差异，但是同样的又回到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同样的行为一直重复使得大脑结构改变，还是有同样的这个结构呢？有因为结构而产生了这样的行为，依然呢是没有办法确定的。第二个，下一章，同性呢性倾向同卵双胞胎的统计，这在1993年左右。好，下一章，2000年都不断的做，再下一章。一直从1998年一直做到2013年，有好多次的这样子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呢，想要去探索，因为同卵双胞胎在生物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实验的这个工具。如果呢，我呢是一个同性恋者，因为我与我的兄弟呢拥有同样一模一样的基因，如果我是同性恋者，你当我的兄弟也是。结果呢，科学家不断的在做这样的实验的时候，发现他统计的数据呢都低于呢期望的值，所以因此在同卵双胞胎的这个研究上呢，也是没有办法呢去做这样的天生的决定。好，接下来下一章，直接的基因的寻找，直接讲结论，因为时间快到了。一样呢，在同性的男同志上面发现了染色体的变异，使得呢在媒体上面呢非常的轰动。1993年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同性恋的基因已经找着了，可是呢却没有想到呢，那个不是一个基因，那只是呢一个染色体上面的标定而已，还不是一个基因。所以因此他本人的作者，下一个科学家本人不认为找到确切的基因，只能说较有高的统计可能有基因的存在。再下一章，那经过了这样的实验，经过了重复之后呢，发现呢没有办法重复这样的实验。好，接下来，直到了2004年的时候，人类基因图谱的解密已经把所有的基因呢都已经扫描完毕，再重新回头去寻找说到底有没有同性恋基因的存在呢？发现没有这样的基因是存在的。好，接下来下一章。因此呢，这样子的结论呢，在今年的这个《新大西洋》期刊2016年秋季的季刊呢，有两位科学家呢，他们做出了这样，总共写了140几篇中览的所有的关于这个议题的生物学的研究呢，他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同性性倾向是天生的，没有科学的支持。下一章。另外呢，因为不是天生的，所以呢，这个性向呢是可以改变的。经过了这个论文呢，很清楚告诉我们，经过性回想回转的辅导，使得呢很多的人他原本是同性的这个性倾向，他转变了成异性的性倾向。接下来第二章，不只仅有经过辅导，而自己呢，也可以也是呢自有自己的转变。而这个呢转变呢，第一次的询问他们，你第一行就是第一次你询问他们，你认为你自己是同性的呢这个女孩子，然后第二次呢6年之后再询问他一次的时候，发现呢有高达66%的人他转变了他的性向。所以从此这个科学家呢，下一章，在今年的5月17号呢，这个性研究的期刊呢，这一位呢是这个 Lisa Diamond，她是呢女权主义的性倾向的专家，她发表一篇论文，发表论文的结论说明性倾向是不可改变的，基于长期以及族群的科学研究证明这样的强调是不科学的。同性性倾向不是天生的，不是不可逆的，不是基因的，
反而与环境、心理与文化是比较相关的，而这也在论文当中是可以发现。下一章，由女同志抚养的小孩，发现了17岁青少年同性性接触呢是接近了2倍，而相对的异性性接触则降低了1/4，而女同性家庭养育的青少年同性性接触则是异性恋家庭同才的1.5倍，显示性别教育与女同性抚养因素都对青少年的性别流动有明显的鼓励的效果，而他们所抚养的是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更显然性倾向呢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模仿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在比较接受同性性倾向开放社会，我们看这个2013年那边。英国 全国性态度与生活态度调查，从1990年到2000年呢，发现女性同性的性行为呢增加了4倍，荷兰呢增加了6倍，而男生呢是增加了2倍。所以因为不是天生的，所以呢是可以改变的。而这是显示啊，是不是一个接受同志的一个社会呢，鼓励了更多人勇敢出柜呢？还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更开放的社会，鼓励了更多人的性倾向呢产生了变化。谢谢各位。好，谢谢。那我们再补充介绍刚到场的黄慧珍导演哈，在现场吗 ？OK， 好，谢谢。那这个等一下再下一位陈思梅发言人，好，东台湾守护幸福家庭联盟发言之前，我们先请这个吴秉睿吴委员发言。那委员如果想要发言的，请先到我这边登记，或是跟主席台说一下哈，谢谢。主席、各位同仁，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参加公听会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先报告一下程序现在的状况了哈，我的个人的观点啊，这个现在在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啊，如果游美女委员的版本、徐玉仁委员的版本，还有这个时代力量的版本，那这个因为上一次的这个委员会的审查的时候，各党团有签字，希望这个会期能够把这个审查出委员会，所以同一个时间呢、啊，这个时候想要啊成要把它弄一个专法哈，那这个专法的名称可以讨论，但是我个人的倾向是要同性婚姻法，不是伴侣法，同性婚姻法。等一下我会解释我的看法。那这个也希望能够赶在这个会期之前能够进到委员会，然后在这个会期结束前能够并案审查，最后都出委员会了，这是程序。那也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表达说，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是民进党的版本，这个都是民进党个别委员经过联署之后的提案。好，所以今天媒体在报道说啊，法务部要弄一个这个同性伴侣法，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澄清，法务部绝对不会在这个会期提出这样的法案，哦，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草案出现，请媒体在这一方面哈啊要拜托大家，这个如果再这样报道的话，会让这件事情更加的混淆了哈，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再来，为什么要谈同性婚姻法而不是同性伴侣法？我先澄清，我没有坚持哪一个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只是我不认同同性伴侣法。为什么？因为一般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义务，叫做守贞义务了，就是说你的性行为是要独特对象你的配偶，但是一般在伴侣的观念是比较没有这一块了。当然我才疏学浅，是不是有讲错，也请容大家指正啊。如果我们把同性婚姻法不要弄到同性伴侣法来的话，会发生跨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事实婚的问题。今天立法院要处理的只有同志婚姻的问题，并没有打算马上要进到事实婚的领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诚挚的呼吁，要去明辨同性婚姻法跟同性伴侣法，在我的观点里面是不同的。好，那我个人啊，其实我认为，无论民法里面去修正，或是要立同性婚姻法，如果他的权利义务、他的配偶的权利义务跟民法一模一样的话，除了性质不相同的，其他的一模一样的话，是不是歧视？这个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哈。我也不敢在这边武断的说啊，这心理学家的意见啊，这个精神医师的意见跟我不同的话，我就一定是不可以认可。但是我个人认为说，的确有一些事情的性质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民法里面在常常在谈的婚生推定，也就是说婚生子女的问题，婚姻中配偶所生的子女，在
异性婚姻当然就是受婚生推定、受生父追及的保护，所以那个概念是相对明确的。那如果以同性婚姻来讲，同性婚姻在婚姻存续其中，配偶所生的子女跟他的配偶，就是跟这个同性婚姻的配偶，成立的是直系血亲呢，还是直系姻亲？这个影响到有没有受生父追及跟婚生推定的观念。我刚刚讲的生父是指比照的哈，并不是男性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讲得更明确的，两个都是女性的同性婚姻，她的其中一个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完整的怀孕期间所生的小孩，对这个生母的配偶来讲，她应该是直系血亲呢，还是直系姻亲？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当然，优美女委员的版本我看过，她是否认，她认为说这是直系姻亲。可是我们把它当作直系血亲，也有在婚姻法上的好处，身份法上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家庭，你是不是要让它相对稳定的问题，以及如果这个问题衍生下来的，将来这个精子的提供者可不可以出来提起否认子女之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跟现在的民法里面的规定是，如果在适用上，我们大家讲说这中间是有一点点差别。那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讲定论，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还在收集观念，我还在研究当中。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要诚挚的呼吁，我只剩下20几秒。这个问题哦，大家尽量不要互相标签化。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99.9%都愿意保障同性婚姻。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法律，用怎样的方式来保障？如果我们跟民法所有的婚姻的权利义务都是相同，除了性质我刚刚提到的一两点来去继续研究之外，我们是不是要完整的就一定要在民法里面直接适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的。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谢谢。好，谢谢。刚刚陈次长哈，法务部陈次长说也要就是不是有利同性伴侣法做澄清，是不是1分钟哈？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法务部在这里也郑重的声明一下，我们过去有研究要提同性伴侣法的这个法案。那但是呢，部长已经在上次的审查中也提到说，对这个议题呢，我们是采取开放的态度，我们要听取各方的意见。所以法务部虽然有委托研究，我们也要针对委员的版本来提出意见，但我们不是在拟定同性伴侣法。所以媒体说法务部已经拟出同性伴侣法，这点呢是跟事实有错误的，我们先做澄清，谢谢。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陈慈梅好发言人，东台湾首富幸福家庭联盟。那陈慈梅发言完之后，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谢谢。大家好，我是东台湾守护幸福家庭行动联盟的发言人，我的身份是台湾原住民，台东的阿美族。今天公听会之前呢，游主席已经说明了，今天公听会会邀请多元的声音。我今天的发言呢，就是为这满场的专业人员的公听会带来真正多元，以及社会呢真正弱势族群离这个立法院有多远的声音来这个公听会上。今天呢，我来参加这个公听会，非常的难过，因为呢，目前原民部落呢，都还是在从几次的风灾的当中呢，在恢复中，还有很多部落上的居民呢，没有经济能力恢复家园，我们很努力啊，这个社会有重视我们的，如同重视同性恋者的婚姻还要重要吗？今天我在这里不代表任何政党，我只代表我自己的族群，要来表达原住民族群以及偏乡弱势儿少现在现实的现况还有面临的困难。台湾原住民族群呢，知足而且常怀感谢的天性，还有我们对生命追本溯源的重视，这边学习如何与大自然共存，尊重自然法则的民族性，以及热情乐观的族群特质，在这个土地上不断的延续。如何原住民呢，不仅是在台湾这块土地的长子，原住民的文化更是使台湾充满
丰富文化独特的最大的资产。但是非常感到痛心的是，今日从政府在国家庆典上对原住民文化上的轻佻言语，还有社会上多次以不考究、不慎重的方式呈现原住民的服装及舞蹈，不尊重其背后的文化意涵，甚至在国会殿堂上脱口说出对原住民身份贬低还有羞辱的称呼字眼。刚刚有委员有提醒我们用词要正确，但是呢，我们发现民进党的委员里也有在国会的殿堂上也没有很明确的正确的称呼我们原住民的名称。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喜欢消费原住民文化在各大场合上，却又不愿意真正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内涵，让我们情何以堪。我们对蔡总统还有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打着人权还有性别平等及弱势的口号还有旗帜，直接冲击已经在台湾伤痕累累而且是真正弱势的原住民家庭还有价值文化与不顾，却选择支持同一团体的激进方式还有论调，如此的行径根本就是再一次间接伤害我们原住民的族群。我们对于蔡总统前阵子向原住民道歉的虚假，我们要表达极愤怒还有最强烈的抗议，这是欺骗原住民的感情。在此我们也向同一团体声明，请勿用你们的立场以及经验来重新诠释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内涵，勿将原住民的议题绑在同一议题里面，未来的文化运动以及其意识形态请离开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我们文化最珍贵之处就是传承，健康稳固的家庭是有助于肯定自我价值及身份，学习族群文化并塑造其品格，将来可以回馈族人还有族群，更是建构原住民子女的竞争力生存之道，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走向更稳定发展未来的生活关键。然而各种来自社会及政府政策的压力让原住民的家庭面临种种的危机，现在这个社会的气氛氛围已经对健康家庭观念不再友善，并削弱对于一夫一妻所结合的家庭价值，对于重要的严肃的家庭的议题表现出轻佻的态度，所谓的传统的家庭文化及伦理道德更视为不进步或是阻碍台湾要生于先进人权国家的障碍。这些呢，可以从媒体、网络、学校教育甚至政府政策都看得出来，不断的在攻击及弱化家庭的观念，让原本呢就困难重重及维持不易的原住民家庭文化，现在呢我们又面临先进社会高举的多元性别的意识形态中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的下一代在文化的传承以及适应大环境社会大环境文化之间失去了平衡点，迷失在其间，更不知如何是好。社会上有许多的家庭破碎、未成年怀孕等等、情杀，还有呢很多很多的事件。这些遗憾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上不同的立场都声音都在互相的怪罪。说到底呢，不就是家庭功能不彰，家庭失去了功能性吗？这不就是一直以来社会对国人的情感教育、性教育、家庭教育观念的轻忽，建造的不够稳固，以至于个人呢碰到情感问题时，无法有能力以及呢有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危机所衍生出来的吗？难道开放同性婚姻来领养不负责任的异性恋结合生下来的小孩就可以治标治本了吗？这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的问题，反而呢是在制造社会及原住民家庭更剧烈的问题，而政府呢却天真的认为这就是解套的方法。难道政府不应该更致力于预防及防止孩子被遗弃的状况吗？请不要让孩子们沦为政治正确的牺牲品，我们没有权利拿孩子的成长当作实验，我们没有权利剥夺他们拥有爸爸妈妈的基本人权，我们更没有权利说孩子不需要父母。在我们实际服务偏乡而上的工作时，单亲的孩子呢，家里没有爸爸在身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爸爸；没有妈妈的在身边，最想要的就是妈妈；隔代教养的孩子，最想要的就是父母。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最现实的状况，这个叫做人的实际生活。欲通过同性婚姻领养的委员们，你们用臆测假设的方式在办公室吹冷气开会出来的论调，认为这不会损害被领养的子女利益，这是有做过什么缜密及全面性的评估的结果？对于同性议题呢，观看现今社会的酸民文化，充满仇恨、对立、抹黑及不负责任的网络言语，似乎呢无法有理性及建设性的对话。相爱的确确实不关谁的事，但是一旦需要经由法律来保障，甚至要改变婚姻的各样定义，并且连带配合相关的法案的制定，那就关乎到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并会影响人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其中我们所重视的教育领域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过去这十几年来的性平教育已经严重失去其公正性跟平衡，不适合儿少年纪偏颇的性教育教材，不断植入不适当的性别意识形态，制造台湾社会的对立，还有推崇保险它就是万能，性爱是享受，似乎呢只要自己喜欢，可以不计后果的半套性教育，混淆儿少性别认知的多元性别光谱，都在鼓励并引导身心灵不成熟的儿少自由无上限的探索性，还有发生性行为，造成了许多社会的问题，增加了社会成本，这就是教育的失守。如此的情况也让我们在服务原住民儿少及偏向儿少工作上深感忧虑，而且难上
上加难。下一代需要的是自我形象的接纳及健康的两性关系，还有稳定的家庭观念的建造，不是推广一天性欲望所趋，为满足欲望而使然，或是推崇可游移的性倾向，而是知道如何节制跟负责。政府、社会、学校、媒体有责任创造健康正向的文化。政府需要更真正的推动，还有确实落实并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各项相关健康家庭的教育法案还有政策上。在台湾有很多的原乡部落或是偏乡地区，因为政策使然跟资源分配不均，成年人呢离乡工作，留下的是老弱及儿少。我们的政府无力照顾这些来自偏远声音的求助声，伸出援手的呢却是民间自发性的团体、社福团体，还有宗教团体跟协会。试问，养尊处优的委员们，你们在资源充足的那城市里，坐在舒服的办公室中，有谁真正放下身段到原民部落或是资源缺乏的地方来服侍，或者是呢服务这些弱势的孩子？请不要用你们自以为是的态度来面对这些真实存在在台湾每个角落的真实弱势族群。这些人的权益与弱势的处境急需社会大众的关注，也需要各界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关怀。他们与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相较之下，不能否认的是同性恋者确实优渥了许多。这个社会的资源非常有限，难道我们不该花更多的心力在真正的弱势者身上吗？婚姻是国家社会的重要基石，若要改变婚姻制度及修改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执法案，即为全台湾人民的事情，必须公开并且全面性的向全国人民对话，且不能仅讨论理想面而不讨论实际面，而且要公开、要清楚、透明的来说明通过此法案之后将会带来的连锁效应以及影响层面。一个负责任的立法者必须针对所推动的法案可能对于社会每个层面所产生的问题用法律规定明确。有委员所提出的同婚法案论述中皆未提到政府将要如何面对多数反方所提出的疑虑之处，如此强行通过的做法势必造成民间族群的撕裂，更不应该在社会无共识的状态之下由特定的几位人士来决定并仓促推动及修法，有失其公正性。现在对于同性婚姻的议题表达赞同的立场似乎非常的容易，但是想想这个法案若是仅有一个面向，今天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一个法案的通过与否，它的争论终究会过去，但是留下来的将会是台湾全体人民要共同承担的实际后果。此法案通过，首先牺牲的就是岌岌可危的原住民文化、弱势家庭还有儿童权益。刚才呢，我们一进来入席的时候就听到呢，欲修民法的委员呢，在接受访问、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立法呢是歧视，但是吊诡的是，这个国家给原住民的保障却是就是专法，这个专法还不是能够每条可以解决我们原住民的生活，因为呢都会有说没有法源依据。有人说我们是弱势，台湾原住民的弱势是这个国家和外来的文化抢夺、霸凌、排挤、不尊重、歧视，我们失去的是对自己土地的主权，还有文化的主张、生存权和教育、工作等等。这个社会还想把我们跟同性恋者比较，怎么比？比什么？我们比得过他们吗？他们后面插着人权的旗帜，还有所有人权团体的支持，还有大度说立委的声援。这场公听会呢，继续说立法是次等的人，这些字眼听在台湾原住民的耳朵里面非常的刺耳，而且不断的贬低我们、羞辱我们。大家嘴上说爱原住民，心里呢？所以呢，在此呼吁所有的原住民立委，同性婚姻平权不是也不是你们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还有主要的战场。这个议题的族群已经拥有到所有的关注焦点、势力还有权力了，请务必将你们的力量呢，从这个选择性正义的议题上转移到真正与原住民切身相关且具急迫性的法案上，如此才是我们原住民族人所期待。所以在此，我们的立场是反修同性婚姻反修民法。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一位这专家学者张坤胜法律顾问，是台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联合会的好顾问。好，那然后这个刘世芳委员哈，介绍一下。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那休息完后是请徐山静顾问医师发言。
自己才不是啊，你是要跟那些领导去满足你的情况，对不对？
菜了吗？大分水，分水换，一千下我们。他整天可以带。那跟一千换好不好？廖福特跟一千换。一千老师就以前可以讲，可以可以。一千老师也蛮方便。乘一千。对对。这个十二点钟好像涨太大。现在十，现在才。可能要连这位就是黄慧珍导演，因为他也要早上。嗯。没有，黄慧珍导演他是那个下午三点前要离开，所以他不然他是说他早上，你就再去问清楚一下。那个黄慧珍呢？他刚刚说已经，真是好东西。现在是到第几？现在是第九嘛？对。那第十是许墨渊。嗯，可不可以换一下？在，我等下问他在干什么。我们应该，我们一个人十分钟，所以还可以有六个人吗？差不多。六个人，所以现在九加六。15到15，那这应该他跟以前老师换，他跟以前换，那黄慧珍你说可以是，他可以到下午上，他现在不在，好，看 ，OK， 好，打铃一下。好，我们现在继续开始哈，那请大家回到座位上，那我们现在就请徐山进顾问医师哈，他是嘉义基督教医院。主席，各位所有在座的。各位对同性婚姻法非常很重视的所有参与者，大家早安。那这是我第一次在政治场合哈，本人是一个小儿内分泌医师，通常我就是一对一的看病人，或是一对很多的病人做卫教，团体卫教。那今天请大家翻到121页。这是我很简单的一些我的大纲。那很感谢前面所有的表达者都把该讲的大多讲完了，所以可是我想还是我读过一遍，然后我会把刚才听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大家的一点思考模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对于同性恋大家都有一些迷思，他们事实上是占社会的大概1到2，如果是 女同志哈，那男同志是2到3%，所以是很小的一群。我们看那下面就是一些统计的事实。第一，平均来说，他们的这种关系一般维持4.5年，这跟异性婚姻的25年相比是很短的。第二，他们的性伴侣数目是异性恋者的3到4倍。第三，他们发生心理问题的危险，例如自杀，例如忧郁症，女性的药物滥用，男性的情绪障碍，是异性恋者的3倍。第四，他们常说他天生是如此，特别在他们要被吸收进去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时候。但是根据统计数字，其实他们第一次被异性吸引大约是10岁。第五，那许多研究医学上，我们当然很想了解到底这个是天生还是后天。最我们看的是比较大型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那分析之后发现，同时两位的发病的抱歉，不是病哈，就是有这样性倾向的，在男生是只有11%，女生是14%。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数字来看，先天占的比率很小，事实上都是后天环境的影响。第六，他们的心理问题常源自于社会的歧视和被拒绝。第七，当然他们是自己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没有人真的强迫的。第八，到现在我们基因的研究并没有找出几个非常有利的基因，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别倾向，所以后天的所占的角色比例是比较重的。第九，同性恋过去使得分析，刚刚也由一位王治疗师讲的哈，他们常常有一个被性侵，或是与家人关系的破裂，或是被同性排斥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史。那而且第十，我们也常常在诊疗这样的青少年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性倾向是可以自动改变的啊，可能过了几年他们就变化了。那有一些也许要经过治疗，但常常是自动变化的。十一，在16岁的一些统计青少年，他们常常一年以后其实就已经变为异性恋者。十二，常常如果我们是长期追踪这些同性恋者，那也会发现是有一些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转变。那如果能够转变回到主流的，他们真的是忧郁、药物滥用都可以减少。好，那我就念到这里。下面是我反对同性婚姻收养子女的五个原因，好，做一点说明。第一点，我们台湾已经非常少子化。2010年，我们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我相信，假设我们在容许，就是好像有点在鼓励似的，让我这样感觉。同性婚姻这个一定是让我们人口萎缩的一个雪上加霜。第二点，我个人真的不是不尊重他们哈，但是我们尊重。我就是有另外一个彼此都双赢的一个方法，就是专法。那这个专法，其实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我照顾一群罕见疾病病友，他们的专法其实是对他们非常好的保护。那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说，你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健保。第三点，我反对是因为现在的婚姻已经离婚率非常之高。那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面，这样的承诺一定非常薄弱。这家庭制度都已经破坏的情况，我相信啊，这个是可能儿童虐待啊，甚至弃养、乱伦等等这些乱象一定有可能会增加。第四，那我会反对的原因是因为在亚洲，在台湾都没有一些过去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女成长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健康，没有这样的资料。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要观察，而不是跑在最前面让大家做白老鼠。好，我们临床试验，我们台湾人最聪明，我们常常享受外国人的临床试验，我们不花钱，我们又可以来享受他们的发现。好，所以这是我们不愿意投成本的话，我们就是走这一条路。那下面就是有两篇文章，是2013年以后，好，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因此他们就被统计做来分析调查，他们到底是不是很健康，有没有一些困难，有没有问题。那结果是发现他们在情绪，好，在这个心理以及甚至有的生理上的确是有受到一些伤害。
第五，那这一点我反对，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要求同性婚姻收养孩子，真的是只是大人在要求平权，真的你们把孩子的最佳利益罔顾了，那这是好像剥夺他们的天生，他要有父有母，这是天生的，好，这样的一个人权，所以请大家要慎重考虑。好，那我现在下面讲的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些些哈。那第一就是说，我发现我觉得同志不论男女同志，其实是一群异质性的人，他们不是都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看成一样的人，那然后就两方永远在争执。那事实上里面有一些他是真的要追求很稳定的一些爱，要成立家庭的，但是今天呢很不幸在外面游行的，我觉得被那个强调性解放的一群在把持，好，所以会造成非常不好的一些印象。那我希望这个能够有所改善。第二就是刚刚讲到的，专法绝对不等于歧视。像我照顾过其实是很多先天性别发育在中间的，我们以前叫阴阳人，现在我们已经尊重他们，已经不用这个名词了。那这些人事实上我们医学上我们看见是性别取向是学习来的，不是天生的。好，那然后我们这个专法说到今天对我们台湾的罕见疾病病友真的是造福很多，好，这过去十七年来我们台湾在这个方面真的是走在前面，照顾的很多。好，那最后我再强调一点点，希望就是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表现得好像成年人，不是像小孩子在一个班级里面会有这个各种各样学习障碍、亚斯伯格这个过动症，好，和正常孩子大家在那里吵，那其中呢最会吵的就把整个次序大乱，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真的很理智、很有智慧的来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主人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谢谢。好，那我们下一位，我们请许牧彦牧师，他是政大科技管理局智慧财产研究所。主席在场的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我是长老会的代议长老。好，那云林县众教会不分宗派、不分蓝绿，所有的牧者退派我来发言。我们的立场是反对片面修改民法，另立同性伴侣法。但是我们这样的立场，我们并不是在宣扬我们自己的宗教理念。事实上，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社会的公益。就像在大家面前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一样，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舍己建立民国，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心平气和的用民主的方式来讨论。在这个地方，如果要靠选票、靠多数的暴力，今天那 4.4% 的同性恋的这个人民，他们没有任何发声的余地，也没有任何在这个地方可以讨论的必要。所以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公共的议题，我就要特别以这一个公民社会跟政府治理的这个角度来提出我的看法。公民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政府的介入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讨论很多是婚姻跟法律，我们现在讨论法律，请上一张，婚姻跟法律，但是我们对婚姻跟法律并没有那么充分的认识，很多时候有太多的迷失在这里面。首先下一张，婚姻不是为了性爱，两人的性爱不是公共议题，不管你是同性或是异性，只要你不是在公共的场合，你们两个人合意，两个具有选择能力的成人，没有人会干涉你们。所以这就是蔡总统所说的，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去爱，追求幸福。这个就是台湾的社会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会那么样子的包容这个同性恋的这些朋友。但是追求幸福，下一章，
追求幸福就要靠自己去经营跟努力。你要祝福别人，两个在一起能够幸福，你随时都可以祝福。两个人相爱不需要政府给予认证。如果你需要动用公共的资源来绑住对方，请问为什么？为什么需要用法律来规范两个人的关系？下一章，我刚刚看到我们要讨论法律，其实法律不是好东西，法律都在限制人的，法律不是在祝福人的。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公民社会要以法律来规范婚姻呢？下一章，婚姻制度就是用来约束父母的性关系，来保障子女的权益。这是用我们讨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所有的婚姻相关的权利是来自于，因为父母有照养照顾子女的责任，他要负责有性忠贞的义务，所以才有配套的这一个相关的权利。子女就算长大了，这两个父母也不能乱搞。为什么？你在外面有非婚生子女，你回来会来分婚生子女的财产，所以是这样子的关系，我们才有通奸不能除罪化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有两同性伴侣不能称为婚姻的问题。因为当你选择彼此是用同性的方式来结合的时候，你已经选择了不生子女。我比较在行的是环境法，啊，跟专利法。我们在环境里面，你如果你选择盖一个房子在租舍旁边，你不能再调租舍搬走，因为你选择在那边盖的时候，你已经接受它了。所以这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不需要太复杂的法律的说明。下一章，所以我们反对修改民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父一母生出来的，所以一男一女是一个自然的事实，那不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但是在一男一女的情况之下，可以生出孩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前面才是要，以前会觉得说婚姻是为了要结婚才能够有性爱，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会生出孩子，我们才需要去框住对方，绑住对方。为什么？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这个太太或为你这个先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大家想不懂？一夫一妻是制度性的主张，为什么？因为男女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婚姻平权。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婚姻平权是什么意思。下一章，所以我再回顾一下，为什么公民社会要以法律来规范婚姻呢？我们是以公权力来框住双方夫妻双方的性自由，预备一个安稳的家庭环境来孕育抚养下一代。为什么？下一代是未来的主人翁，下一代是两个人之外的第三者、第三方。他的健康，他心理的健康，心理的生理的健康，会危害到，会造福到其他的人，这才成为公共议题。我们今天才需要在这边讨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整跟稳定的婚姻是具有公共利益的。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下一章。所以，同性恋的朋友，你们在争取婚姻权、权利，你有想到责任是什么？义务是什么？你们如果是希望约束性交的对象，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规范伴侣的性忠贞，我们非常的支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订定专法，让这一个同性的朋友，你的伴侣能够稳定的原因。OK， 这个伴侣的稳定，这不是婚姻，婚姻你们也没办法生小孩，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你选择的，你不能怪别人不给你这样的名字。所以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原因的话，我请同性婚姻、同性伴侣这一个推动的团体跟朋友，你们要努力跟性解放运动要划上界限，不然我觉得这个结婚是假的，这在糊弄我们在场所有的人，糊弄所有立法员宝贵的时间，糊弄台湾的社会。如果不是，我真的很怀疑同性恋的朋友，你们到底要这个婚姻枷锁干什么？下一章。所以我们同意订定同性伴侣法，因为维持两人的稳定是对社会有益的。
因为性忠贞是可以减少艾滋病的。我们来看这个是所有媒体都避讳的问题。我们来看卫福部的资料，下一张，艾滋病年轻化，百亿的医疗费用全民买单，艾滋病已经成为青少年的十大主因。九成的青少年的艾滋病者是来自于男男的性行为。台湾在2010年的时候，有44%的艾滋病患是男男性行为产生的，有32%是打毒品注射药物所产生的。很奇怪，下一章，打毒品是要被禁止的，但第一名的男男同性恋没有被禁止。你看台湾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包容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也觉得，在我们这边谈到同性恋者人数少，所以他是弱势，可他事实上不是弱势。在公领域，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在媒体上，他们完全是强势，任意的霸凌其他的人，任意的说别人是脑残。真正脑残的人才会说别人是脑残。下一章，同性恋已经带来社会的巨大的成本。我们下一章，同性恋，我的朋友，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们，争取权利的时候不要忘了公民的责任。你要避免被歧视，你需要先赢得尊重，尽上你的本分。所以要消除社会对于性滥交、对于艾滋病的这个恐惧，是你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下一章，所以我最后用许育仁委员的话，这是他上一次公听会的话，来忠告我们在场所有的人，我们在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是否已经侵犯到别人的权益？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了，只在意自己的权益？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杨家敏小姐，她是同志家长。各位好，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也是一位女同志，那同时我也是一个外科医师。那今天在这公听会，我想要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对修法的看法。那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性的女同志朋友，她跟她的伴侣像我一样，他们一起计划怀孕生小孩。那但是在她怀孕期间，有一天她一整天没有感觉到胎动。那她到了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在急诊室护士测到宝宝的心跳好几度低于70下，认为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他紧急办理住院，要办理催生。他的伴侣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法律上的陌生人，医院不让他签署任何的医疗文件，他把这些文件拿到床边，而我的朋友肚子上挂着胎心音的机器，用打了点滴的手，困难的签完所有的同意书。他的伴侣在旁边心酸的哭泣。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卫福部，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些困难。我在医疗第一线，我知道卫福部他希望能够让医疗第一线的同仁，让同志伴侣能够签署所有的同意书的文件，这我了解。那在医疗上，我们需要继续教育我们第一线的人员。那同时还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点，就是在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家属或关系人其实是不能签署任何的同意书。最近因为婚姻平权的问题，有很多人问我们生活中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其实这些大大小小的麻烦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异性恋朋友其实想都想不到。其实生了小孩之后，我不能帮小孩子报户口，我不能帮他开银行的账户，我不能帮他买保险。就算买了保险，用我的卡刷卡，对方会一再的确认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帮这个小朋友买保险。我的医院的院长有特别找我，他跟我说他恭喜我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但是碍于规定他是没有办法包红包给我，因为医院不认为我们是法律上的一家人。其实我都理解，那我也一直生活在这些困境当中。我知道我的婚姻会遇到这些困境，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我们最在意的并不是这一些，我们最在意的是即使我们的家庭跟大家一样，我们每天一起吃饭睡觉玩耍，但是我们家的防护网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当我们必须要分开的时候。不管是我今天走出这个门出了意外，我虽然是我们目前家庭的经济责任的负担者，
但是我出了意外之后，我一分一毫没有办法留给我现在的伴侣及我的小孩，所以所有的同志家庭都知道我们必须预立遗嘱。试问在35岁的这一年，有多少的人会想到遗嘱这件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是我的伴侣出了什么万一，每天与我朝夕相处的孩子，他却没有立场，我却没有立场去顺理成章的收养他。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失去了两个最爱的人，我要怎么样抚平我心里的伤痛。我希望社会能够正视我这个防护网的大破洞，这样的大洞时时的存在着，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掉进这个洞里，所以我们希望法律可以帮我们补起这个洞，却有人说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他的孩子就不会叫他爸爸，也不会叫他妈妈。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孩子会变成同性恋，其实我觉得这很荒谬。最近听到很多人劝我们事缓则圆，但其实11年前萧美琴立委就已经开始推动婚姻平权，3年前尤美女立委也在提起，我不懂还要多少个11年事情才够缓。同性恋其实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有多少上了年纪的同志已经踩在防护网的边缘，要不是毕安生老师过世这个悲剧让大家正视我们同志在生活中面对的困境，进而要求修法，我们还要多少个毕安生老师才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再缓下去了。最近又有人说要立专法，法务部在103年研议到现在，目前还是不知道专法长什么样子。但是其实我的心里觉得，如果对我的权利义务的要求不如现今的婚姻，那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专法？那如果对我的权利义务要求等同现在的婚姻，我又何必再立一个专法？诚如前面几位的发言，台湾目前收养的能量根本不足，而我们知道要立专法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禁止同志生养小孩。我们不是不能生，我们是不被准许生。不论是像我的状况要收养我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同志家庭收养时只让他们以单身的身份收养，让小孩持续是一个单亲的状况，另外一位还是他法律上的陌生人，跟我一样有实无名。我们宁愿让孩子住在机构中等待收养，或者直接送出国让国外的人士收养，就是不愿意让同志家庭在收养的情况下能够给一个孩子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的爱，要让他在机构里面稀释已经非常少的资源吗？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我虽然已经接受自己是同志的事实，但怀孕生子的事情我还是非常难跟我的爸妈启齿。一直到距离预产期2个月的时候，在一个晚上我告诉我的妈妈，妈，我的伴侣怀孕了，再过2个月就要生了。我妈妈听了以后十分的震惊，她告诉我，你这样突然告诉我这件事，我怎么可能立刻说我祝福你，你这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是做不到的。其实我并不意外，我们家在这个泥淖里面已经打转了20年，我们走不出来。那天我的妈妈问我爸爸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杨家敏说？寡言的爸爸只说了一句，我会写信给你。没有多久，爸爸果然寄信到医院来，拿到信的当下，我正准备往开刀房去，我还是忍不住拆了信。只看了第一段，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就没有再多看了。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支持你，让你受苦了。我会把朝廷当作媳妇，把布丁当作孙子，我会努力的支持你们。很幸运的布丁在众人的支持下诞生了，但我们也不止一次听到朋友问说，难道你们不怕布丁长大会被歧视吗？这个问题真的不需要各位问我们，我们在怀孕之前我们就问过我们自己千千万万遍了。我的想法跟我的伴侣一样，我们有2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我们认为所有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跌倒受伤，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痛哭流涕过。现在的我身为家长，我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一个爱的环境，不管他在哪里，为了什么受了伤，他都知道他可以回家来，有2个最爱他的妈妈。我自己是一个外科医师，我常常需要帮病人执行手术，有些手术非常常执行，但也有些手术对我来讲十分的困难。我知道对于每一项手术，我并不是全世界或全台湾最好的医生，但是每一个愿意把身体交给我的病人，我都是全心全意的在帮助他。我也不会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妈妈，但是对我的布丁来讲，我觉得是最努力最爱他的一个妈妈。刚刚也听到很多先进表示同性恋有好多种，同性恋不是天生的，有些被性侵，有些童年受到创伤，
这不禁让我想起我童年时期的保姆曾经对我妈妈说很抱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教错了，让佳敏成为一个同性恋。我妈妈也曾经对我感到很抱歉，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家里作风比较强势，让你男女的倾向混淆了，所以让你是一个同性恋。如果社会再继续这样子讲的话，只会造成更多长辈对我的愧疚，只会造成我对我的小孩的愧疚。最后，我想对那些说我有很多同志朋友的人讲，与其说我们爱同志，但我觉得他们没有资格结婚成家，不如让我听到我讨厌同志，但我觉得他们值得同样结婚成家的权利。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补充介绍那个萧美琴委员，好，到到场，还有曾运鹏委员，还有林俊宪委员。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陈思豪牧师，他是古亭长老教会的牧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参与这次公听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老会的牧师。我刚坐在台下，我想象我是一个同性恋者，然后我想争取追求我结婚合法的权利。我刚刚真的很难过。我本来想讲的，我几乎都讲不下去了。那我要先代替我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牧师，在这里向同志还有他的家长，包括刚刚那位杨医师，先郑重的向你们道歉。长久以来，你们遭受歧视受苦的时候，我们缄默，我们没有发声音。现在你们站出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基督徒站在第一线阻挠抗议。我深深的向你们致歉。可是在这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都要说你要对上帝有信心。我相信有一天基督徒们一定会正式公开站出来，跟我一样向你们道歉。就算没有，我告诉你，长老会的基督徒跟牧师一定会站出来向你们道歉。为什么我强调长老会的基督徒牧师会站出来向你们道歉？前面王子豪牧师是我的学长，这就是我们长老会的气质。我们本来就是多元的，我们是代议制度的，我们容许各种不同的声音。我身为牧师，我刚在下面听，我相信基督徒他反对修改民法，那他也一定会反对专法，因为我们反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误会。所以今天永美立委他说今天要谈的是到底是要修改民法还是专法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其实更底层的还是歧视的问题。不要告诉我没有歧视这些同志。我2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歧视同志的。我有各样的理由，各样理据，从圣经到法律，我都可以讲出来歧视同志的理由。现在我成为一个反对歧视同志的一个牧师，我非常清楚我以前的态度跟心态，所以不要告诉我没有歧视，不要说这个是标签。如果你反对民法的修法，你一定也是反对婚姻平权法，你也一定反对伴侣法，请诚实的这样子告诉自己，我说的对不对？不代表长老会。我，对对对，
请大家尊重好吗？不然请你离席哦，哈。我们大家尊重，我说这就是我们长老会的气质。Okay. 我们容许不同的声音，我们不会彼此的伤害，因为我们遵守上帝、耶稣基督为对我们教导，我们是彼此相爱。希望长老会的这些牧师、信徒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不同的立场，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可是我们是愿意彼此尊重、彼此相爱。所以，虽然仍然是要讲专法跟修订民法的差别，我还是要提醒基督徒，你不要把你的信仰价值带到公共议题，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示范。如果你从圣经读出来，上帝是不喜悦同志结合的，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留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的信仰群体，这是我们的宗教自由。可是如果要把它放到社会议题上面去的话，请我们停止这样做，不要躲在伴侣法后面，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相信我不会看到300个法师、300个得道高僧跑出来立法院抗议说不可以杀生、不可以吃肉、全国都要吃素、要立这个法。我也相信我不会看到伊斯兰的教师跑到立法院来说不可以吃猪肉、猪肉是肮脏的。我也不会看到印度教的信徒跑来立法院坚持不可以吃牛肉，因为牛是圣的。我呼吁所有的基督徒，尤其是现在站在第一线反对的基督徒，我们从人关怀人受压迫被歧视的角度，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现在的行为。我真的不管同性恋是天生的，我也不管他是后面影响社会的影响，我真的不管。我们看这个人是个人，他现在是这个状况，他需要，他是被压迫的，他是被歧视的，我们用他的需要来对待他。他天生的也好，他是后来环境的影响也好，我们要爱他当作是人一样。我不晓得婚姻平权法跟修改民法哪一个可以帮助同性恋者不被歧视，可是我相信同性伴侣法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切割，你跟我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像我一样被对待。我不相信同性伴侣法是可以避免这个歧视的。我最后讲一个耶稣自己讲的一个故事。耶稣勉励所有的基督徒要像上帝天父那样的完全。耶稣讲了一个方式来表示上帝是怎么完全的。他说上帝让阳光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上帝让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义，公义的义，不是绿豆义人的义。然后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说这是上帝的完全。上帝当然不喜欢坏人，上帝当然不喜欢不义的人，可是他给他起码的恩典。我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把民法当作宪法，甚至于把民法当作圣经是不能改的，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心态，我们把他们当作人，这样就好了。还有两分钟吗？对，还有。我们把他当作人，这样就好了。不要以为我们躲在这些论述，生物学的也好，法律的也好，不要以为躲在这些论述后面是安全的。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群人，
当他们在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时候，即便我们不同意，我们不认同他们的行为，让我们跟他们一起争取他们的权利，让他们跟我们平起平坐，不要用一些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先阻止他们。试试看，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同性恋者，试试看，当这个社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自己从一个反对同性恋的人，到一个支持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人，我很清楚，我心里面什么是谎言，什么是诚实的话。不要以为台湾变成第一个修改民法的国家很了不起。西方从前现代走到现代，走到后现代，走了1000多年，台湾呢，几百年内就走完了。我们正是承袭着前面这些人的经验，我们若认为我们可以，我们就向前走一步，没有什么太快的问题。谢谢各位。好，那下一位我们请我们再补充介绍徐永明委员。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董宝成教授，是东吴大学法学院。主席，还有各位在场的委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来针对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公听会呢，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特别会从宪法或行政法这个角度呢，来跟各位做说明。我们前司法院院长赖英照呢，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很多人都认为结婚是两厢情愿的事的私事，但是从法律上来看呢，我们却不完全如此。因为结婚呢要有效力，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法律效果，例如要达到适婚的年龄，你不能够有近亲结婚，有配偶者重婚，当然还是限制到男和女。结婚之后呢，有很多的法令呢赋予各种权利，施加各项义务，有民事的财产、名分、税法上的差别待遇，也有婚外情的刑事责任。目前呢，在社会上就同性婚姻法制化的意见呢，有几条选择，一个是同性伴侣法，一个是同性婚姻法。但同性婚姻法这一块呢，又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直接修改民法972条及其相关的条文，另外一个就单独立一个同性婚姻法。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走呢？我试着从宪法的本文呢，还有我们大法官的解释呢，来做说明。我们宪法本文包括这个征用条，并没有婚姻这两个字。婚姻这两个字应该在我们法律人来讲，它是一个有一定的定义。因为呢，大法官在历次的解释中啊，都说婚姻啊具有制度性的保障。特别是在552号解释和554号解释呢，分别说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呢，是为了维护配偶间的人格伦常关系，实现男女平等原则及维持社会秩序，应受宪法保障。那大法官在552号特别讲说，婚姻自由啊，你跟谁结婚呢，虽然为宪法所保障的这个自由权，但是大法官也说，唯因应受一夫一妻制度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限制。那在554号解释也说呢，婚姻一夫一妻为永久共同生活，并使双方人格得以实现与发展的生活共同体。那大法官解释不但是讲婚姻这一块一男一女呢，大法官也说明了婚姻制度呢是具有高度公益性和功能性，所以在552号解释说，婚姻啊不是仅涉及到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之变动，而且呢是婚姻的人伦秩序的维系、家庭制度的健全、子女的正常发展等公共利益相当有攸关。那大法官在非常多的解释啊，除了554号次解释呢，还有在362号、696号解释，基本上都在重复啊，说婚姻啊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我特别去查过哈，在民国17年，当我们的民法在订的亲属篇的时候呢，的草案的立法说明啊，就规定说，婚约啊是由男女本人双方合意
也就是说大法官这些解释啊，绝对不是、没有依据的，他的依据就是当初的立法理由啊。所以因此呢，婚姻这两个字在我们现行的宪法还有争议，还有这个特别是大法官的解释啊，可以看出来它有一定的定义。当然有人说，哎，大法官并没有针对这个婚姻一男一女正面做解释，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在法律上，在宪法学上，常有说旁论啊，但多次的旁论，而且我们常一下说，刚刚也说，民国十七年当初亲属法制定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立法意旨的说明。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论。那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立法者在定法律的时候呢，当然要尊重大法官在这个制度性保障所诠释的内容。目前呢，就同性婚姻是否在宪法第22条概括基本权利保障范围内呢，还有未明之处。但是台北市啊，在去年2015年的7月，就曾经就民法972条、980条、982条的内部呢函释呢，说限制人民订定婚约及婚约之自由的选择对象，排除同性别人民间得成立婚约及婚姻关系，以宪法保障国民平等自由之制度有违，这个申请释宪。那这个释宪案呢，大法官到现在呢还没有处理，所以我是觉得呢，大法官已经有案子了。因此呢，在这一块中，大法官怎么样厘清这个案子呢，也更有助于厘清呢整个宪法制度。因此呢，我们说认为呢，要直接修宪亲属民法的亲属篇，或者是进个同性婚姻法，当我们用 touch 到婚姻这一块的部分的时候，就必须要审慎。因此呢，但是在同性伴侣法的部分来讲，这是属于大院的立法裁量。那第二点呢，我来针对这个立法委员提的同性婚姻法草案提案理由啊，就逐条说明来看，我们不管任何的版本的，我们发觉呢，它的提案理由说明呢，都是国外怎么样，怎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是呢，基本上来讲，拿国外的这些公约来做我们修法的理由，我是觉得要特别审慎。因为啊，这些公约啊，在我们立法过程中，我们虽然有施行法，可是在立法院没有对这个每一条公约的内容啊逐条审议，还要达到共识之后才有，我们只是包裹的把它拿过来。因此呢，这个论证上来讲鲜有不足啊。另外呢，我们要修这个法的话，应该特别在立法理由要说明，现在目前这个制度对我们现行的这个家庭啊，还家庭的传统价值、人伦的关系啊，还有同性的权益，到底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应该要说明有何严重的缺失啊，或自爱难行，非修民法972条不可。那另外呢？我们不管各个委员的版本里面都说有提出来，这个大法官对婚姻制度是采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呢，却规避了大法官对制度性保障的前提，就是说一男一女的这个限制。那在行政院，对法案还没有提出这个进行通过，是有违正当法律程序。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立法院修法或是定法，通常是会虽然委员版本，通常会等行政机关提出正面版本之后，才能够来进行启动。那这一次呢，非常特别的就是说，行政机关呢，法部呢还正在审慎研拟中。那这个部分来讲，就由立法机关呢就主动的提出来，而且甚至呢，包括邱泰山邱部长也曾经说，万一呢要修的话，将有112个法令、356个条文要修。那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正当程序上来讲是有违啊。那另外呢，法规影响评估也没有做。那特别我这次很好奇的，就是说这次修改民法972条的提案委员有6位，那其中5位呢都是什么不分区的。那怎么区域立委这一块呢？我想不分区的立委提出这块，当然是很能够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呢，是不是直接能够代表基层和地方的声音？更何况啊，在各个的政党本身内部也有分歧的意见啊，所以因此呢，我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要仓促这么急？那渐进式的立法呢，可以降低这个社会的争议，达成社会的共识。那另外呢，用普通法和特别法，普通法的优点呢，它基本上当然可以和意思来解决，但是呢，普通法它也有很多的缺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普通法有个根深蒂固，旁系血亲在6亲点内禁止婚姻、禁止同婚。那请问，如果把亲属的把这个同性婚姻放到这个972条类似的话，那这个时候也是要照章全收。因此，我认为要更积极的这个平权措施。我认为呢，采客制化、专业化啊，为量身定做，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歧视啊。因为事实上来讲，各位大家很清楚啊，这个歧视这个东西，不是说修了一个法，今天我们把民法，放在民法里面，
啊，这个就等于没有歧视了。事实上来讲，靠歧视的部分来讲，要靠教育，还有政府呢一方面呢，可能性对违反这个歧视的这种制裁。所以我比较赞成呢，我们在过去呢，虽然也修过民法的条文，可是民法穿出修呢，这是非常引起非常大的震动，非常大的震动。那我认为呢，婚姻家庭制度是宪法保障制度，是国的大梁。家庭制度基于人格自由，具有繁衍、教育、经济、文化等重要功能，此价值不能任意修改更动。如果任以特别法来确保婚姻平权，不但可以保障同性婚姻的这个增添衡量，以保障人权，也可以让既有的制度呢不是动摇。那至于呢，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的婚姻这个，如果要进婚姻这个同性伴侣法的话，可以在里面呢增加一个反歧视章啊，类似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呢，它也有这样类似的设计，让这个透过教育，还有对违反这个性平的这个婚姻这个平等平权的政府机关呢，或是人民呢，可以处以处罚法。你给它放在民法里面，加上这个教育条款，加上行政制裁条款，这个是跟民法的制度、民法的体系是不合的。所以我本人认为呢，在这个同性婚姻，还有这个婚姻的制度本身，在我们大法官还是在一定的这个框架里面的话呢，还有待大法官做进一步解释。但是到现在为止，尽快呢，透过行政命来改善他们目前的处境，也特别透过一个特别的修法来强化他们的需求。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以上呢，一点这个意见呢，敬请指教，谢谢。好，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哈，这个周春米委员哈，他也到场。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陈科秘书长，是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敬爱的委员们、正反双方的发言人以及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我来台湾服务有16年了。自从立法院要讨论增修民法972条之后，整个国家对立的气氛不断地从北部扩展到中南部，立委们一定感同身受。政府尤其是立法院委员，如果再不小心，整个国家的对立气氛恐怕会很快进入沸点了。这严重的内耗只会令全国人民及政府、朝野两党大伤元气，国力动摇。在今天的公听会，允许我先分享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在网络电视前的朋友们，去冷静地看修法这个问题。我来台湾服务之前，在欧洲生活20年，大部分时间在瑞士的菲利堡 Fribourg， 一个双语的小城市。20年生活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所以我简单扼要地讲出瑞士的几个跟他一般生活、经济和政治的特色。瑞士面积才41万多平方公里，比台湾大一点点，分成60个州 Canton。我在瑞士念书的时候，瑞士人口不到600万人，但却有四种官方语言，德、法、意，还有罗曼斯方语。瑞士是一个很讲究品质的国家，花草树木、交通、建筑、饮水、空气，连火车厢都安静到像图书馆一样的。所以我刚刚到瑞士的时候很不习惯，当你穿得比较随便，在公众场所大声讲话，会马上感觉到当地人的眼光释放出一种势力，好像压力给你说，为什么这么随便？所以我来到台湾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因为台湾人民真的很热情、很友善，也希望台湾永远保存这种特色。每次瑞士朋友请我到他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给我看他们的家庭生活照片，或者
向我介绍挂在客厅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我小的时候，这是我的父母，我的阿公阿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各位千万不要少看瑞士人这种的生活习惯。瑞士人是很团结的，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而我发现他们的团结精神是从家庭里开始的，是一代传一代的。瑞士周边的三个国家德、意、法竞争力很强，瑞士不能够不保护自己。若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经济上的竞争能力，瑞士政府人民不能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瑞士的国号一人为众，众人为一，充分表示瑞士的民族特色，这国家的团结。很多瑞士的产品和名牌，高级的手表、珠宝、厨房用具、巧克力，都是家传的事业，到今天仍然在国际市场领先。我相信这是为什么瑞士人不喜欢马上改变或抛弃自己的传统，因为历史证明给他们看，他们一小小国家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是来自祖传的精神价值，不能失去。其他的像新科学技术、政治运动会跟着时代改变，只有人类的传统价值像婚姻家庭是不会改变的。而我也知道在今天的政治界，要保护传统的婚姻家庭价值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北欧、西欧大国都通过同性婚姻，而瑞士却没有追上潮流，有样学样，让同性婚姻合法化。因为这个小小国家要考虑的是国家的稳定及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同性婚姻不能够只是靠口号，而是要知道在经济、社会福利、人口管控和就职机会上有什么改变，以及评估在短、中、长期要付出有形、无形的代价。立法院也不能够拿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冒险。我刚才说过，瑞士是一个很讲究品质的国家，民主也是一种生活品质，所以瑞士人是十分尊重个人的性倾向和性感和感情生活。瑞士当然也有同性恋者，两个同性恋人要组织他们的生活，要互相照顾，分享自己的财产，这一切自2007年都有一个解决办法，叫 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直接翻译是团结公民结合契约，到目前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争议，因为这是在2005年透过全民公投决定的，给予有同性倾向公民应有的权利。但同性恋者也要尊重民主国家的原则。圣经有一句话说，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常被用来要基督徒不要干涉政治。这句话是犹太人问耶稣有关纳税的事情所说的，但基督的圣经创世纪也有说，人是天主创造的，男女婚姻是天主奠立的发明的，所以我们在用引用同一本圣经。我们今天不是谈财政，而是谈婚姻的定义，这涉及到男女的终身大事，夫妻俩爱的结晶，家家户户的生活伦理，社会的基础。所以谈到同性婚姻合法化，基督徒当然要关心。请允许我斗胆问以下三个大问题：一，只是为了一少数人的感情问题，为了解决他们财产和彼此照顾的问题，就要改变传统婚姻的定义，把同性的关系提升到男女婚姻法律的地位，因而修改民法。可敬的立法委员们，
你们有可想到这会带来什么不可撤回的改变吗？二，婚姻制度不只是法律技术上的问题，婚姻制度也涉及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文化历史之国际法律。在修法之前，有没有征询第三者的意见？当我讲第三者的意见，是没有政治压力、经济利益的一些专家们，或者是只参考一些性别平等专家所提供的资料。三，立委是人民所选的代表，去寻找及维护大众的利益。增修民法提案尚未结束，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民众强烈反对。要修法的立委们，你们有跟大众做充分的沟通吗？没有大多数民众的了解和支持，你们又怎么样去实行你们少数要通过的法条？难道立委们不怕失去民众的信心吗？立委们是否要参考瑞士政府的谨慎态度，凡是以国家的全面性发展、公益为目标，任何修民法的动作都先跟全民做充分的解释？这是台湾这个小国，让它避免不要受到任何的动荡和冲击。台湾的孩子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成长危机，色情的画面无所不在，在学校里被错误的性教育剥夺他们的童真。但令人百思莫解的，没有立委立法去保护孩子们，站在家长的那一边。就是因为这样，我身为神父才会在今天的公听会替沉默的大众、很多不知情的家长，就是那些小食店的、在夜市里面工作的，也是政府真正要照顾的弱势发言。为了台湾所有的孩子们的益处和这美丽国家的未来，谢谢你们的聆听。好，那下一位我们请廖福特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是发言到廖福特委员。那下午呢，我们原来是定2:30，但是我想因为后面还有发言的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下午2:00。好，大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那我们就下午2:00继续开始。好，那我们就请廖福特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公听会。那我们今天总共有三个提纲，第一个是有关于是修订民法或者是订定同性婚姻法或伴侣法这个立法的技术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先提醒的就是说，他应该先定位所提倡的同性婚姻法或伴侣法的话，应该先区别。而同性婚姻法的话，其实是赞同同性可以结婚；同性伴侣法的话，只有定位成同性只有伴侣的，没有到婚姻的这个层次。而修订民法的话，它才能够提升到那个让维持那个同性婚姻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它是不同问题的讨论，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不能够回应，因为一谈。那特别是如果是谈到要专法同性婚姻法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要先厘清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它到底只是一个立法技术的方便呢，还是要做实质内容的区别？也就是说，要把同性的婚姻与异性的婚姻在实质内容上做区别吗？那如果这样的同性婚姻法是要做实质内容的区别的话，那恐怕会造成更大更大的纷扰。如果是同性伴侣法的话，它可能只有授权授予同性伴侣在只有伴侣的一个层次上，并没有办法达到婚姻的一个层次，因为它权利概念是不一样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有兴趣人权法律，我个人认为说，在任何思考的问题，在人权的问题的话，它应该至少要思考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权利主体是谁，也就是谁享有权利；第二，权利内容是什么，也就是他享有什么样的权利的内容，这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问题。那或许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过去在权力主体的过程历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大概有不同的这个历史过程。从最早1215年大宪章的时候，那时候告诉我们只有贵族才享有权力，文字上没有描述是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另外一个阶段，就告诉我们说只有有财产的白人男人才有权力，
那相对的，它文字上也是定这样子。可是各位认为这样的权利内容只限定在权利的那个文字上所奠定的而已吗？到后来一个阶段，在女权运动的时候，为什么要有女权运动？是因为我们的权利文件里面就写着 All men are equal， 却没有女性，却没有女性。那如果我们把权利定位成是这个主体，只是因为文字上这样论述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又失去了这个权利主体的一个演进的一个概念呢？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思考的是，权利的主体不是这么单纯的法律文件上很形式上的规范之而已，它应该要有历史演变前进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我觉得应该强调的是这个权利内容的部分。权利内容，今天我们讨论同志是不可以结婚，不只是结婚而已。也就是说，它包括是一个结婚的权利，而结婚后续也包括组织家庭的权利，以及他享有家庭生活权利。同时，当然我们跟大家所讨论到的，它应该包括在即使一个性倾向不同的人，或是比较不一样的人，他应该包括他的平等权，以及在法律上人格平等的一个状况。好，如果说我们厘清了这个权利的主体跟权利的内容的情况之下的话，应该我们才去想说同志婚姻我们应该要去如何的保障。好，那这个权利概念来看的话，我们过去大概也看到有相当多不同层次的一个思考。那第一个，我们通常会想到我们对于宪法自己国家里面的一个宪法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层次，没有错。我们似乎好像都会引据宪法第七条自有写无分男女的平等，或者是说我们会引据大法官解释说是婚姻是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样的，这个也是因为可以历史演变的时候，它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权利的一个保障。那在书面文件里面，我也大概提到，其实比如说举个例子，南非的宪法法院他也特别提到嘛。如果南非在他的 common law 的概念底下，对于婚姻的定义只有限于异性的话，他认为是有所不足的，并没有办法保障在性倾向不同人所要追寻的婚姻的权利，因为他牵扯到主体婚姻权利的主体以及权利的内容的情况，因此他认为现行的婚姻法的基本上是违宪的，而应该要举止修改。甚至他是非常强的认为说，如果国会没有在12个月里面做修改的话，那应该要直接去违宪。好，那第二个，比如说我们也刚才举到，就是说几个核心的概念，大家可能谈到权利的文件，比如说《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跟欧洲人权公约的一个情况。那《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各位附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整个国家审查的部分的话，已经稍微提到，他已经非常清楚的指出来，就是说他对于这我们并没有去在民法上认同的婚姻家庭多元性的这个情况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对于那个性倾向不同的人对权利的保障是不足的，因此他非常清楚的建议我们修改民法，我们修改民法来达成这个对于同性婚姻保障的一个方法。同时，不只是《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大家如果去看，还有《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话，我们也经过国际独立专家的审查，他给的答案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应该要关注这个多元家庭的法律承认，那应该要修改民法来承认法律的多元。好，那或许大家会对于这些国际人权条约有所疑义，不过我应该要补充解释一下，这些国际人权条约，我刚才举的《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跟《消除妇女歧视公约》，每一个条文都经过立法院审议，每一个条文都经过立法院审议，它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而为什么这些独立专家会做这样的诠释的内容，而且是一样的诠释内容？它就是在乎，不是权利的保障，不是文字上那个男女而已，而应该要更进一步的保障。因此，所达到的结论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我们或许再去看欧洲人权公约。我们也会，大家会想到说，欧洲人权公约它可能古老1950年制定的时候是男与女的婚姻。可是我要提醒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欧洲其实在2000年它也制定了欧盟的基本权利宪章，它就不再去规范说是男跟女的婚姻而已，而是表上是每一个人所做的一个婚姻。那同时我也附了一份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我们在可能网络上可能有许多的一个讨论。说欧洲人权法院它其实不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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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它如何去诠释欧洲人权公约这个1950年的人权法案呢？它最后诠释的结果是说，它应该要随着历史的演变，同时去参考2000年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因此它非常确定的强调确认，非常确定的强调确认，欧洲人权法院确认说，以后它所说的结婚的权利
不再只是异性婚姻，而应该要允许同性婚姻的存在，而作为权利的一个基准。那我想，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述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一个提纲，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对于权利主体跟内容保障最完整的，应该是直接修订民法。同时，我再强调一次，请告诉我，如果你要制定同性婚姻的婚姻法的话，会不会影响婚姻权利的实质内容？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只是单纯的立法技术的简便而已。那第二个提纲是有关于收养的问题。收养的问题的话，如果刚才说那个权利的内容的核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法律允许同性来结婚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想象同性的结婚却不包括可以收养？好，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我们现在收养的制度来看的话，单身也可以结婚，也可以收养。配偶有结婚的也可以收养，你继亲也可以收养。因此，我们实在没办法想象，如果我们允许同志结婚的话，我们却没有办法包括那个同志的家庭他能够收养的一个权利。那我也附上一个资料，就是有关于欧洲的收养的公约，收养子女的公约，它其实是清楚的，非常清楚的规范。第一项规范，如果你是一个异性婚的家庭的话，当然这没有问题，他可以收养。同时，第二项规定，退养规定，即使是同性的婚姻的话，也应该要允许可以收养的情况。那我相信，这也是在欧洲对于权利演进保障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确认了两个同性婚姻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它其实即使婚姻是一个合法的权利，它不应该去排除。那我必须要强调是说，我们都讨论对于儿童权利的概念。我更为应该要强调一句话，不应该直接认定同性婚姻的收养就是对于儿童是不利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偏颇。我们要在乎儿童的最佳利益，应该要斟酌各种情况。在法律上，如果允许同性的婚姻，却直接又认定同性婚姻要的情况之下去收养是对儿童不利的，我不知道这个逻辑要如何建构。这显然是两个非常非常严重冲突的矛盾的逻辑。那我也觉得我们在讨论权利的时候，应该去多去思考。好，那第三个提纲，我个人大概剩下简短时间里面跟各位报告，我个人非常欣赏。在欧洲，他那个平等机构所讲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他这句话就是这样写着而已 ：All different, all equal。我们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应该享有一样的社会的权利跟他的地位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讨论同志婚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求我们变成同志才享有婚姻。我个人是异性婚。不是，我们应该尊重少数者，特别是权利的议题的时候，应该更尊重少数者的权利。好，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今天早上的发言哈，就到这个廖福特研究员。那我们谢谢今天早上所有的专家学者的一个发言。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会呢，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休息。那下午2点继续开始哈。那谢谢各位，谢谢。